报文会出席委员22元已足法定人数。好，谢谢。我们今天没有议事部联席会。好，好，我们宣布开会，因为已足法定人数，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人报告事项：处理院会交付外交部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提出书面报告冻结案等四案。一、冻结政府部门补助国内民间团体及机构参与或办理国际会议及活动整合平台300万元案；二、冻结制作国情资料300万元案；三、冻结印刷及制作护照200万元案；四、针对一般行政项下档案及资讯处理冻结500万元案。以上宣读。好，我请问一下出席委员，有关报告事项第一案到第四案，本会冻结外交部的预算，还有外交部将书面报告送交本会后即可解冻。现在书面报告已经送上来，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你们看了书面报告以后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直接解冻。这四个书面报告冻结，那其他还有一案子继续下去。哎，不是，对。你现在处理这个案吗？是，报告事项案。四个案子。还有一个案，还有一个案要处理。可能再跟委员再讲清楚一下哈，来。这个三百万的那个案子。你是说制作国情资料那个案吗？来来，请。哎，请王委员。上一次冻结的这个有关政府部门补助国内民间团体及机构参与或办理国际会议及活动整合平台这300万哈，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如果我解释错误的话，请相关部门可以来回应一下。就是说，这个300万，再看到你们里面的解释是，这套系统你们已经废止不用了，你们改用国发会那个系统，避免两个系统并用。那既然已经废止了，你这时候要把这300万解冻是要做什么用？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注解的话，本席是建议这300万继续冻结了，这个冻制没有意义，因为已经有一套平台在国发会运用，让各部会将补助出国的避免重复，避免浪费，那这样的要旨是对的，所以上次我在猜冻结原因应该跟这个有关系。那今天这个时间到了，准备讨论解冻或不解冻，这300万元如果跟既定的已经有了，而且你们已经自己在第你们报告的411页也讲，你们这套系统已经停止了。对，从民国104年，你看结语的部分，本部哈，就外交部这边，民国104年12月1日起已经停用，现以民间团体补括号捐助系统哈，等等等等，这个系统是国发会的了，所以这300万你们根本是不用的嘛，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下，本席建议这个300万继续冻结，以免浪费，谢谢。这四个案里面就是你建议第一个案嘛，其他没意见哈。那外交部要不要来澄清一下，或者是外交部要来说明一下好吗？有关于政府部门补助国内外民间团体及机构参与或办理国际会议及活动整合平台300万元案，哪一个单位报告，还是次长？没有人回答，就直接继续冻结哦。主计长哈，主席、各位委员，我是外交部主计处处长张燕。我在这里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因为那个 CGSS 是那个国发会所开发的系统，没有错，是今年开始我们都在上线使用。那原来我们的那一套系统是已经用了已经有应该有4年左右了。那今年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些功能，就是说 CGSS 的一些功能跟我们目前的开发的功能是不太一样，那我们两个是现在目前正在整合，就是说如果我们那一套的系统里面的资料在新的系统里面可以拿得到，可以去筛选得到那个资料的话，那我们就在今年年底就会停止使用。所以目前今年还是有编了300万，就是因为
目前新的那个国发会的那一套系统跟我们的系统里面资料是有一些我们想要的资料里面捞不到的，那我们必须要稍微把它在今年再整合以后到年度终了，如果说整个的系统我们可以运作得很顺利的话，那我们就会，所以我们今年的300万是我们这一套系统是要到年底的时候就整个就是说要把它关闭掉，那我们今年是还有编300万。那你们现在已经五月了，那前面这四个月你们有在用吗？我们有还在用啊。那你经费呢？就是这300万啊。现在是冻结，你怎么可以用？对，300万，但是因为那是经常性的啦，那是经常性的，就是这个系统的。你的意思是说，这是你们要申请300万的那个落日条款要用的？对，就是今年最后一年。但是我们看不出来，你这边有写说你为了要整合国发部的部分呢、啊？哎，就是因为这是我们已经用了3-4年的每一年的经常这个系统的维护管理费用，那我们今年是预计要到今年，如果说整个新的系统非常运作非常顺利的话，那我们这个系统会在今年年度终了就会关闭，换句话说我们明年就不会再把它维护管理系统、哦、不会再维护。那我来请教一下是我们的委员的意见、哎、王委员你继续冻结。处长，我 无意刁难你，但每一毛钱都是纳税钱，对，你该解释根本不对啊！你们原来这300万是要建置一个系统，没有那个系统是，不是你原来这边写的嘛？哎，然后那时候李同豪委员冻结起来是怕避免重复浪费嘛？嗯，你现在讲的是你这300万是为你们现在有些资料国发会的那个系统、你们捞不到资料，那问题更严重啊！嗯，那个。平台不是这样子，你捞不到资料，那国发会那系统是怎么回事？那照理说各部会都要有一个300万呢、啊？对，不是。然后，所以第二个，你这300万当时要建构一个平台，所以避免重复，所以你们这边已经停用了这个平台，你们已经停用了这个平台。如果你们现有的资料上链上把它 upload 上去，或者去捞资料，或者捞不到的话，你应该是另外一个科目，另外一个编列，你不能这样就这300万转过去。而且你刚才回答这四个月你们运作也没问题。那我不太懂你这300万到底要做什么用途？国发会的那一套 CGSS 系统，你们部会没办法运用，那其他部会怎么运用的？哎，报告委员不是说不能运用，是因为我们有我们需要的，里面有一些详细的备注的资料。那是什么？因为你是主计单位啊，应该是业务单位。因为是我们那个资电处他在使用的，那没有我们 NGO 也在使用的那个整个的，就是民间团体来上。不，我那个使用都没问题。我这三百万是用在哪里嘛？我在我是建议本席建议主我们委员会这边哈、这个东西如果讲不清楚的话，这300万其实是我看不出你的方向用在哪里。不能浪费掉了，所以你应该是把关者，对，用的人应该上来说明说你到底是怎么用的，好不好？好，我们目前态度还是认为应该冻结哈。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那看主席啊哈。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那个 NGO 的那个，我们这个查询的这个整个上，就是整个平台的这个部分，两分钟让你解释一下好吗？好，来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报告。基本上这个就是用来啊，查询旧的这个旧的系统啊，希望这个旧的系统跟新的系统能够做这个有效的连接，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用途。这样可以。那我看继续冻结好了，好吗？因为你们也讲不清楚啊，好吗？因为我们本来今天要解冻案的时候有书面报告，你们也要。了解说哪一个人是使用单位要过来做一下口头的补充说明啊。报告委员，这个如果冻结的话，以后我们会查旧寻旧的资料会有一些困难。继续冻结，如果你们把相关比较详细的东西再拿到外交委员会来的话，还可以再看一下。继续冻结不是删除啊，好吗？因为你们自己准备的不充分嘛，叫谁上来也是一样啊，就是推来推去的，不晓得应该谁上来回答，好吗？不要以为说那个钱数看起来好像不多，然后就随随便便，我觉得这样态度不好了。好，那我想我们委员会如果没有意见的话，这个第一案的部分，报主席、报委员，那么300万，我们觉得这个数额好像也高了一点，会比较有影响，是不是有可能？不，没有这样子，没有这件事情，就是继续冻结就对了，好吗？好，下一次再好，谢谢。
是我们漂亮。好，那除了第一案以外，那是不是其他的二三四的部分，各位有没有其他的意见？那个蔡委员。主席，谢谢哈，不好意思。主席是这样子哈，因为我本来以为是并在我们的讨论跟一起讨论的，我没想到把它切出来这个报告案里面哈。那我要跟你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上个会期在外交委员会里面，就是说请外交部提供书面报告以后就冻结。那因为刚刚我们在报告的时候，那个王委员他觉得说不能这么简单。所以就是说要把这个第一案再做一下处理，说不是说来了就解除，不是这样子。我是觉得哈，因为我看一下我们这几个案子的冻结金额比例其实都还蛮低的，其实也不是太高了哈。尤其是对于这个第三案哈，制作护照的这个部分啊，我看到这个外交部的回答哈，我有点觉得啼笑皆非哈。这个领事事务局有来吗？好，我就讲预算的部分哈。它里面外交部的回答是说，这笔预算如果继续冻结的话，会影响他们的这个护照供应量不够的问题。我心里就在想啊，总预算这里面这个200万是纯粹只做预算，还是说它因为编列，因为它的印刷编列费，我记得写10亿2683万嘛。所以以总预算来看的话，这200万的金额是微乎其微的哈。那其实这个东西当时要冻结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认为说他们在反悔等等啊，护照制作上其实还有不足之处嘛，所以我在这边是请我们的主席就这个部分啊，能不能继续予以冻结哈，请他们就是加强我们未来的反悔。好，以上，那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第四案啊，第四案的这个档案资讯处理里面啊，2亿3622万里面冻结了500万，那他是说他要建立跨国的骨干网络的部分嘛，那这个部分。本来我要咨询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这个跨国骨干网络的效益到底是怎么样，他其实在那里面也没有写得很清楚哦。那我是建议主席说，能不能就这个部分也予以再继续给予冻结，请他就这个说明到更详细之后哦，那我觉得我们再予以讨论哦。以上，谢谢。你是说第三跟第四，好，那外交部要不要给你们一点时间说明一下，劳烦一下好吗？主席，各位委员，外交部领事事务局补充说明啊，那个基本上这个案子啊，这的确这个就冻结的金额来讲啊，确实跟那个十亿的比例不是说很多了。这个可是我们事实上在伪变造的部分啊，已经做了很多加强的措施，就像我们在我们的书面报告里面已经说明的。然后另外就是，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的护照遗失。可能是不是偏多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的同时在民国97年开始，一直到104年这一段期间，我们的发照量 是 double 的，也就是说，事实上是增加了一倍。然后护照遗失这个是不可避免，在事实上，它的那个护照遗失占我们总发照量的比例，事实上是从97年、98年的这个2.68，一直降到这个现在的大概差不多1.3左右。这个遗失的比例是少的。那伪变造的部分，我们一直有持续的在加强，同时也希望说能够透过跟世界其他国家做这个护照遗失交换资讯，同时一方面加强反恐的合作，在一方面也能够这个减少这些伪变造的情形，来避免这个国人在出国旅行的时候受到阻碍。那目前为止也正在跟许多国家已经在积极的洽谈这些相关的协定。那大家也可以在书面报告里面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跟9个主要的国家已经有签订了协定。那另外呢，我们还规划了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啊，准备要推出新的护照版本。那新的护照版本的话，就有可能里面会有更功能更强的防卫措施。那这个部分呢、啊，因为200万啊，其实当初委员有提出质询啊，那我们也尽量说明了，但是还是有委员提出这个要求，这个暂时先冻结的这么一个提议啦。那但是金额啊，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那希望我们的书面报告啊，能够各位委员能够体谅啊，能够理解了。那如果说没有什么的话，是不是可以还是麻烦请解冻啊？同意解冻。
谢谢。那蔡委员，来，我们其他的委员的高见，就是他的说明，他是200万，印刷跟制造护照，制作护照200万。那下一个那个档案跟资讯处理的部分，是不是有人再来说明一下？好，谢谢。主席、各委员，外交部档案资讯处报告。刚刚委员这个指教的说，这个，我们理由书啊，里面写的弃区解冻理由啊，是因为骇客攻击日趋频繁了，要加强这个驻外管处的资讯这个通讯的安全呢，这希望能予以解冻。我们这个在国内啊，跟国外统计起来，我们每一周遭受1500次的攻击，仅次于行政院，是一般部会的5倍。那这个骨干网络是行政院交办的案子啊，那它的这个用意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现在啊各地的外管，我们118个外管都是利用这个当地国际的这个电讯啊这个网络回来的，或电话线。那这个骨干网络啊 ，MPLS 啊，就是这个拉这个专线啊到各管拉专线，当然这个费用很庞大，所以我们这个选定了一些外管比较这个通讯频繁比较重要的外管呢，然后分批来做啊。那这个做了以后，第一批29个管做了以后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台北可以监控啊，可以监控每一个电脑有没有这个使用人不当的连接其他的软体或硬体啊，或者是被这个敌人是很广泛的，敌人放这个这个病毒。所以我们这个一共抓到了这个恶意程式啊，有202个，中继站呢有75个，也就是说它会渗透到你的电脑以后，利用你的电脑呢向其他的这个有电脑去发讯号啊，这个叫中继站。其实这个使用者呢自己根本不知道啊，也有很多情形是他在半夜的时候他自己就发动。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个状况，骇客的攻击，现在只是要求你报告一下档案跟资讯管理，那个当时针对这个部分冻结500万，因为你刚刚报告的部分好像跟其他的部会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外交部对于所谓的电子科技或是处理骇客的这些资讯的整合不够现代化，跟其他的部位比确实差了比较多，所以才会有上一届的委员继续冻结这样子的味道。那你这样的报告，你还是在讲原来旧的部分啊，你新的怎么处理会让人觉得说委员可以把你的500万元解冻啊？是，报告主席，那刚刚委员指教的就是说，有这个案子有什么必要？这个案子第一个必要就是它可以监控，台北可以监控，这个更安全。第二个 ，MPLS 是如果啊，台湾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讯，这个网络在使用，如果被敌人用这个连续攻击的方法，就是那个电脑开始攻击，它一直连线的时候，台湾的网络就会爆掉，啊，爆掉以后，唯一对外的联系就是 MPLS， 所以 MPLS 也从技术上来讲，它是一个保险的功能。所以行政院才会有这个计划，我们是依据执行。好，谢谢您的报告。那针对那个刚刚那个外交部又回答第四案的报告事项案，那个各位委员的高见呢？来，请。好，谢谢主席啊，还有各位委员，各位我们列席长官啊，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关于。外交部主要是外交部啦所提来的几个书面的解冻案哈，那这个是上一届哈在审查预算的时候一些委员所提出来的冻结案啊，那这个每一案的冻结的案由啊，它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写法，我想可能请各位啊稍微注意一下哈，比如说第一案他讲了一些冻结理由之后，然后写这个请他提书面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冻结，使得这个解冻啊。那第二案呢？第二案呢？他的这个案由哈，第二案的案由，他第二案怎么没有案由？哦，比如说第三案的案由，好的，冻结事项，他就写说。外交部领事事务局3个月内向立法院外交国安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
使得动之，好，对不对？然后这个第四案啊，第四案也是一样，他是说外交部应该于三个月内向本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啊。然后第五案呢？第五案他就写说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好，所以就是说，他的那个当初冻结的理由哈，实际上不太一样啊，能够动之的条件也不太一样。那这部分呢、啊，我是请主席啊，可以请我们议事人员稍微解释一下哈。那哪一些是书面报告来了之后，他实际上就是可以动之的？哪一些是书面报告来了之后，你可能还要经过委员会的同意才能动之？哪一些是书面报告来了之后，还要口头报告，还要专案报告以后才能够动之？好，我想它的条件不太一样，否则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这边做争辩。好，好，谢谢。因为刚刚有解释过哈，第一案到第四案的话是提供书面报告，那但是也要征求我们的委员的同意了哈。然后第五案的部分的话，就是必须要进入讨论事项，所以我们现在在处理的就是报告，书面报告跟冻结案的处理，所以一二三四案哈是属于这方面的。所以刚刚各位委员的意见，要不要再继续请我们的外交部来说明？来，我再来处理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冻结政府部门补助国内外民间团体跟机构参与或办理国际会议活动整合平台300万元。各位的意见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还是继续冻结？有书面报告后同意解冻。那他这边有提到，但是因为刚刚那个有在说明上一个会期，但是我们新会期还是会有新的委员有不同的意见、啊、所以看一下各位的建议怎样。一二三四案，第一案我认为冻结，其他案我没意见。好，那蔡适应委员这样子哈，那我们就把第一案继续冻结，还是要请我们的相关单位，因为今天负责的部门没过来哈，请他提供书面报告，然后要跟这个委员稍微解释一下好吗？好，那二三四案的话呢，我们就解冻，可不可以？来，陈廷飞委员，嘿。谢谢主席哈，我想。第一，我尊重我们委员的意见，然后，但是现在只是要确定一件，就是说，那现在是他一样补书面报告过来，同样的就委员刚刚的争议点，再补书面报告过来，一样再予以解冻，还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案子就卡死了，就不处理了？只能这个要确认一下。我们刚刚的意见就是还是一样，就是第一案的部分，因为相关负责的部门没有过来，所以我们就要继续冻结，提书面报告。那在我们下次外委会的时候呢，经过委员同意后再解冻，好吗？好，好，谢谢。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讨论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处理院会交付外交部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驻外机构业务项下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一般事务费冻结500万元案。二、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资讯科技协定扩大核可关税减让表案。以上宣读。好，谢谢。那我们现在介绍我们与会的立委哈，按照这个次序，第一位王定宇，然后第二位陈廷飞，第三位蔡适应委员哈，介绍委员。那介绍我们今天来列席联席会议列席的名单哈，我们的外交部是政务次长领军哈，侯青山侯次长。那财政部是政务次长张凡，但是他等一下报告以后呢，会先到其他的部分开会哈，那会请官务署的署长来代表。那再来经济部的政务次长卓世昭卓次长，还有科技部的政务次长钱宗良钱次长，那还有行政院主计总处的专门委员陈曾焕栋先生。好，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外交部先来报告有关于105年度这是一个报告，105年度预第一案，对不起，请外交部先来处理一下第一个讨论事项案，要需要报告吗？一起报告，
连那个科技资讯次长是不是一起报告？连105年，好好，那我就把全名再念一遍哈。请外交部侯次长就105年度预算有关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费冻结部分以及资讯科技协定扩大核可关税减让表做报告。好，请次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大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就扩大资讯科技产品贸易宣言之附件 A、B 纳入1994年关税暨贸易总协定 GATT 1994附件之关税减让表一事进行审查。本人应邀列席报告，自感荣幸。本案系由经济部主政，并由外交部及财政部共同参与。以下仅就外交部业务相关部分提出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不吝指正。我国是在1996年加入资讯科技协定，就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A)。随着科技日新月异，许多新创产品并未纳入协定。那为拓展 ITA 产品涵盖范围，资讯科技协定扩大，也就是 ITA Expansion。自2012年5月开始谈判，并且在上年2015年12月16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第十届部长会议期间完成谈判。我国、美国、欧盟及中国大陆等24个参与成员同意采认《资讯科技产品贸易扩大部长宣言》，就其附件所列降税产品清单，并据以修改 GATT 1994附件之关税减让表。鉴于参与成员系我国资讯科技产品主要出口市场，参与资讯科技协定扩大谈判对我出口具有重大的经贸利益。本次扩大谈判共包括201项产品，每年全球贸易值达1.3兆美元，其中136产品是我国具出口利益产品。我国对全球出口值约900亿美元，进口额约627亿美元。那我国是在2002年1月1日正式加入 WTO， 入会前已经依法定程序完成国内审议程序，是向 WTO 提交我 GATT 1994附件的关税减让表。这一次依据资讯科技产品贸易扩大部长宣言，修改我们 GATT 1994附件的关税减让表，是一种修约的行为。依我国修约条约缔结法第16条规定，条约或协定之修正准用缔结程序之规定，应依据该法第8条规定报请行政院核转立法院审议，以完成修改我国关税减让表的国内法定程序。那依据扩大资讯科技产品宣言第6条的规定，成员应在完成国内程序或依照1980年3月26日通过的关税减让表之修改及改正程序决议，向 WTO 提交合可的关税减让表，再由秘书长发布正式声明文件，其中载明公布日期、生效日期及修订之关税减让表草案，周知各会员。倘于3个月内无会员提出异议，就完成修正关税减让表。依据前述，本案经大院审议完成国内程序后，我使得基于向 W 提交修改后的 GATT 1994附件的关税减让表。那资讯科技协定扩大呢，是24个参与成员国共同的承诺，自主就扩大资讯科技产品贸易宣言所列的产品修订关税减让表。该协定生效后，将依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体适用所有会员。为避免部分会员仅享受利益不愿承担责任的搭便车的行为，本宣言在生效条件上列入关键多数设计，即仅在参与成员就涵盖产品的贸易总额已经达到全球总额的90%的时候才会生效。那资讯科技协定扩大呢，系在1996年以来第一次就货品关税减让项目达成重大的共识，除了经济上有重要意义外，也提供谈判会员新的谈判模式，
就是说会员呢就特定议题取得共识后，再以关键多数的设计将复编协定多边化，开放所有会员一体适用，以避免多边协定谈判时因为部分的会员反对，以至于谈判进度缓慢。那由于这个多边谈判进展有限呢，那为持续推动经贸自由化， WTO 的部分会员呢发起这个复编的谈判，就个别经贸议题寻求进一步开放的可能性。而在这个 WTO 场域参与复编谈判协定效果呢，就形同跟参与谈判的美国、欧盟、日本及韩国等成员同时洽签特定议题的经贸协定，有助于我国融入国际经济的整合。我国在 WTO 场域下，除以参加政府采购协定、参与完成的资讯科技协定扩大外，目前也跟美国、欧盟等会员进行环境商品协定的谈判，就是 EGA， 以及服务贸易谈判，就是 TISA 的谈判。资讯科技协定扩大的完成谈判，有助于 WTO 各国重拾谈判信心及动能。对于目前正在积极争取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整合的我国来说呢，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呢将继续的积极参与 WTO 的复编谈判，并密切注意多边谈判的发展，以争取我国经贸利益，并深化与国际经济的整合。主席、各位委员 ，WTO 是我们参与的最重要的国际经贸谈判组织，也是对我拓展国际经贸空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未来能请各位委员呢继续鼎力支持我国参与 WTO 的各项谈判及活动，并就本次呢扩大资讯科技产品贸易宣言早日完成相关的法定审议程序，与力资讯科技协定扩大生效，裨益我产业者，争取海外商机。谢谢主席及各位委员。那有关这个这一次会议也安排我们这个105年度中央总预算决议解冻案呢，依据这个大院105年的审查总报告修正本呢，近日列入议程的有关这个本部预算解冻了项目啊，有书面报告时的动支事项，刚才主席已经做个处理了哈。那最后一项这个我想就是就那个，我们是不是同仁可以作为补充一下？那个没有提啊？就直接哈，就是说关于那个500万的部分。500万那个是哪一个？500万的部分就是这个。对，就刚才这个500万的这个要提供书面并经审查通过以后，是有关下面几项。第一个呢是透过青年度假打工跨部会协调会议及驻外管处24小时急难救助机制，提供度假打工青年及时服务与协助啊，这个我们也提了书面的资料哈。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的做法呢，当然就是透过这个网络设立度假打工申诉专区啊，那提供申诉的资讯以确保我青年劳动权益，这是具体做法。然后也在加强宣导作为上啊，协助度假打工青年建立正确的劳权观念。最后一项具体做法是这个本部呢以及驻澳洲的各管处积极预请澳方呢正式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了，所以这几样请参阅这个书面资料。再次谢谢主席及各位委员进行这个提供，不吝指教，谢谢。谢谢侯次长的报告哈。那其他还有三个单位，财政部。主席、各位委员，今天贵联席委员会议审查资讯科技协定扩大合可关税减让表，呈列席报告，自感荣幸。在关税减让表中涉及财政部业务部分，系我国 WTO 扩大资讯科技产品贸易宣言未履行该宣言之关税减让承诺，配合修正我们的关税进口税则。以下仅就相关内容提出报告，敬请指正。
那第一个修正背景，刚才外交部已经说明过了。那其中我们财政部也已经依扩大资讯科技产品宣言所在201项资讯科技产品及经各谈判成员核可之本案关税减让表，拟具了海关进口税则部分条税则修正草案，也承蒙大院支持，辅于105年4月26日三读审议通过。那这次的修正内容，它主要是依据扩大资讯科技产品宣言及其附件的规定，经各谈判成员核可之我国关税减让表内容，以104年适用于 WTO 会员最惠国待遇之税率，这是我们税则第一栏的税率为基础的税率，最迟不晚于105年7月1日，并在完成国内程序相关要求下，依下列降税七成逐步取消进口关税：一是自主性加速执行降税，部分基础税率及贸易量较低之货品，同意立即降为免税，这包含36项；第二，其他经缔约成员国同意延长降税期程为5年之项目，得以5年6次逐年等幅调降关税，于110年7月1日以前完成关税减让，这里面包含10项；其余货品以3年4次逐年逐年等幅调降关税，于108年7月1日以前完成关税减让，这里涵盖114项。那修正的结果，8位条码税则号则删除26项，增订68项及修正118项，其中涉及调降关税者有160项。那整个修正的影响，我们估计对于税收的影响的评估，那我们这个部分的关税的损失，以103年度我们进口的值来推估，约估为新台币86.08亿元。那效益影响评估，那当然这个部分对我们经济发展，我们 WTO 的扩大资讯科技产品宣言及其附件所在201项产品，包括半导体制程设备、偏光板、LED 背光模组、触控荧幕模组、视听设备、机体电路、家用娱乐设备及医疗设备等，落实该宣言之承诺降税承诺，预期可持续促进我国资讯科技相关产业发展，开创国内资讯科技产品出口商机，增强我国整体产业竞争力，突破区域经济整合之威胁。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支持，谢谢。谢谢。好，那经济部，请卓次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今天经济部向各位报告我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资讯科技协定扩大谈判的成果。在背景说明部分，刚刚外交部已经有做详细说明，我就不再赘述。我只仅就法制层面来说明，就 ITA 扩大成员必须要修订国内的海关进口税则。那么，我国财政部所提出的海关进口税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已经在上个月就4月26号三读修正通过。另外，根据扩大执行科技产品贸易宣言的第6条，各个成员需在完成国内程序之后，依照1980年3月26号通过的关税减让表的修改及改正程序决议，通知 WTO 提交 ITA 扩大核可关税减让表，以修改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 附件的关税减让表。那么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新加坡、香港、挪威、菲律宾、哥伦比亚、瓜地马拉以及蒙特内哥罗等 ITA 的扩大成员都已经完成通知的手续。至于在产业影响评估这一方面 ，ITA 扩大了24个成员，约占全球 IT 贸易量的90%。那么这些成员也都是我们重要的 IT 产品的出口市场。我们的整体贸易利益，我在下面概括如是。首先，201项产品当中，我们一共有136项产品具有出口利益，占总项目的68%。第二，201项产品当中，我们对全球平均出口总额计900亿美元，平均的进口总额计627亿美元。三，201项产品中，我们计出口关税利益是11.4亿美元，进口关税的损失是3.2亿美元，合计进口关税的净利益是8.2亿美元。
还有我国前十大获利产品，包括了液晶装置的零件、其他机体电路、数位相机以及电视摄影机、电视机上盒、偏光板、固态硬碟、光学媒体、 GPS 导航设备、手机零件以及记忆体等。从本年七月起，我们的自动性业者出口到 ITA 扩大，以其他的23个成员市场就可以开始享受 ITA 扩大降税的利益，总计约有 70% 的产品将在七月份可以立即降为零关税。例如说电视机上盒，我们出口当中有 90% 是销到美国，目前美国仍然刻有 3.9% 到 5% 的关税，这一部分从七月份起美国将立即降为零关税。另外，举我国第一名出口获利产品液晶装置的零件为例，2014年我国出口当中有 75% 出口到中国大陆，目前陆方的课有高达 8.4% 的关税，在七月份生效之后，这个产品将立即下降 2.1% 关税，并且将在2019年降至零关税。整体而言，中国大陆从七月起将平均立即下降 2.1% 的关税，韩国下降平均 3.7%。 因此透过本次 ITA 扩大，我国将享有更多 ICT 产品出口调降关税的好处，可以增加我们资通信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在产业沟通这一部分，我们为了有利产业界把握这一次 ITA 扩大降税的契机，强化出口的脱销，经济部已经在这个月4号到6号会办理三场次的商机说明会，向我们业者说明 ITA 扩大成果跟海外的商机。此外，我们经济部在推动谈判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咨询产业以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包括了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会、台湾半导体协会、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工会、台湾显示器产业总会、面板的相关产业业者，以及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工会、台湾区工具机及零组件同业工会以工具机业者等，我们了解产业的相关需求，并且争取最大的利益。另外，本部跟 IT 产业沟通情形如下：在面板这一部分，面板业者多可理解中国大陆将面板列为国家重点扶植的产业，因此不论是对韩国或是我国，为保护其产业，均不愿轻易降低关税。我们的面板业者表示都充分了解，而且了解 ITA 扩大2011项产品并没有纳入面板项目。那么他们也认为说应该面对现实，而且近年来也开始逐步的分上市场，譬如说往印度、印尼等其他有潜力的市场来发展。至于说在半导体业者部分，对于 ITA 扩大纳入多元件机体电路件 MCOS， 他们表示非常的满意，并表示应尽速将 ITA 扩大生效。在工具机业者这一部分，对于 ITA 扩大清单纳入两项工具机产品表示肯定，业者并认为我国关税低于全球平均关税， ITA 扩大将使其他国家降税，有助我国业者出口。最后， ITA 扩大是我们 WTO 过去18年来首度就货品关税的减让取得重大的成果，所涵盖的 IT 产品的全球贸易值每年约 1.3 兆美元，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10%， 可以享受免关税待遇，对于全球经贸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是 ITA 扩大谈判的发起成员之一，也是全球 IT 产品重要的贸易国，参与 ITA 扩大使我国在国际经贸发展扮演重要的推动角色，所以说我们盼各委员支持 ITA 扩大早日完成国内的法律审议程序，以助深化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并且提升我们 IT 厂商在科技创新的能力。以上报告，请各位委员支持，谢谢。谢谢次长。来，我们请科技部的次长。主席、各位委员，今天仅代表科技部针对资讯科技协定扩大和可减让的影响提出报告。ITA 扩大议题谈判对于我们科技部所主管的科学园区是有巨大的影响。本次我国配合 WTO 扩大资讯科技产品贸易宣言所通过之160项产品降税，
将使科学园区中机体电路、通讯、电脑及周边光电及机密机械等五大产业，预计降税实施后，在贸易互惠原则下，可望带动科学园区产品出口新商机，也有助于减缓因重要竞争对手国快速增加的经贸协议所产生之冲击。ITA 为一关税减让机制，扩大议题谈判，将其涵盖产品项目之关税分阶段调降为零，对科学园区的厂商而言，将可获取商业利益，且应可带动整体资讯产业在台持续的投资的意愿。如进一步刚刚卓次长报告所言推动资讯产业发展为我国既定的政策，加入 ITA 有利于我国投资环境及相关产业之发展。过去16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我国加入 ITA 是一项正确且重要、影响深远的决策，对我国资讯业之发展有相当大的帮助。就科技部而言，本部所属科学园区之厂商的营运以及贸易跟贸易政策紧密相关，对经济部研拟之贸易政策及法规等，配合园区高科技产业发展之需求，提供相关意见，以创造有利之国际经贸环境。鉴于过去 ITA 协定对我资讯科技产业能免税行销世界主要市场扮演重要角色，推动 ITA 扩大谈判对我国出口与产业发展相当重要。我们感谢经济部已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科技部将持续关心谈判内容以及进度，将与经济部配合，为我相关的产业，特别是科学园区里面的厂商，再度争取更大的出口市场。敬请委员支持，谢谢。好，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询答哈。我们今天的出席委员的询答时间是6+2分钟，那列席委员是4+2分钟。在10:30的时候呢，发言登记截止。那我们先请第一位蔡适应蔡委员。主席好哈，能不能先请我们这个外交跟经济的次长上台？谢谢。外交、经济两位次长。胡市长，胡市长，谢谢。我首先想说哈，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啊，哈。那五一劳动节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许多全台湾的工作人来讲，今天就是一个纪念的日子哈。我首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哈，您知不知道今天在越南呐？有一个反台商的一个大游行，市长你知道吗？是我了解，是因为那个有这个排放污水的问题哈，对，他们要，所以他们选在今天。除了这个地方，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其实长期以来越南的劳工认为台资企业在那边可能也有薪资过于偏低的问题，所以选在五一劳动节做这样一个游行。那我想请教一下市长，你对这个案子有没有全盘的掌握？我们是了解这个目前这个因为投资的公司啊有在处理这个案子了哈，那详细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个部里面的主管机关叫做主管单位是亚太司哈。亚太司清楚状况吗？报告委员，是的。你清楚什么状况？有关台塑这个合进钢厂的污水的事件，最近一直有持续的发展。那你们的态度是什么？是觉得我们应不应该来告诉台塑公司这件事情应该好的处理啊？跟委员报告，谢谢委员。第一个就是原先这个合进钢厂的员工啊，对外所说的这些话，其实上那个台塑已经正式请这个员工不要没有经过授权对外去放话哈。那现在我们除了这个部分，我们有跟越南的环保部的官员密切联系，请他们尽快将这个污水水质的证明评估尽快来公布。OK， 好，因为我要这样讲哦，这个案子越南当地的这个越南籍的员工哈，他们也向这个美国的白宫发起请愿活动，对于台湾的国际地位
国际的形象是非常有损伤的，尤其是他们所针对的公司是我们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台塑企业，对于我们的海外的投资设厂啊，事实上对我们的国家的形象是很不好，所以我这边要求我们外交部就这个部分应该要尽速来责成我们的驻外代表处跟他们沟通去了解，我们在国外的投资其实也一定要遵守当地的相关的法令，那如果我们的投资都完全有遵守相关的法令，那我们要做好沟通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件事情在越南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一个消息，那我认为说对外交部来讲，这个做好沟通跟了解以及跟当地的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今天又是五一劳动节。好，再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经济部，这个 ITA 这个你有讲说我们会得到许多的产值的一个帮助嘛，对不对？是，市长，那你认为这样的一个帮助对我们台湾的产业来讲会有多少工作机会的增加？事实上我们台湾是 ITA 的重要的生产国家，在全球供应链里头，我晓得这个我都知道，重要地位。那么我们就这次 ITA 扩大里头包括了新增加了201项产品当中，那么我们平均的出口总额大概是900亿美金一年，所以对，我了解，我知道。所以那这里头包括了很多大厂，跟还有卫星工厂。我了解，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认为你们有没有评估过，对于这个 ITA 的扩大，对于台湾来讲，我们可以增加多少的就业机会？这一部分我们可能还需要再详细的评估，因为你们不确定嘛，是不是？因为这一部分里头，还是你们没有评估。我们有跟各个产业工协会去跟他们做了解，对，那么他们也跟我们讲说，这确实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了解嘛，我的意思是说，那你们有没有做过？就是说，到底我们有这因为这个样子有多少的工作机会的增加？你们我想这个工作机会绝对会增加，但是说详细的数字我们可以，所以你们不确定嘛？只是说，部长你讲，次长就是说，你认为是会增加工作机会，但是会增加多少工作机会，你没办法确定。经济部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评估的数字出来，就对了。目前并没有，没有哈。好，来，这个是你们2015年经济部的简报啊，我打圈圈起来，你有没有看到？打红圈圈的，你有没有看到？对不起，我看不见。可以走进来看一点，没关系。好，来，次长，你看清楚一点。OK。好，看到了哈。这个红圈圈里面是写多少？写什么东西？24000多个。说这个 ITA 扩大可以创造24063个就业机会，我这不简单呢。那次长，你刚刚怎么说？你不知道？可能这段资讯我并没有获得。不知道，这是你们你今天不是代表经济部来做的吗？对，没错。这个是你们谈判代表办公室啊，次长您不是也是兼谈判总代表吗？是，那你怎么会不知道？很抱歉，这一部分我可能啊，那我想24063个机会，你觉得怎么算出来的？这个是请那个智库中华经济研究院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智库算出来的，那他算出来的内容你们查核过了没有？他用什么样的数据基础算出可以提供24063个工作机会？因为我觉得这算得非常仔细啊，市长，你觉得这数据怎么出来的？我想供应是智库是根据 GTAP 的。那你们负责对口的是我们经济部的哪一个单位？我们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那是哪一位有来吗？有，这边我们简代表。简代表，您觉得24000这个资料你有没有看过？报委员有看过。你同意他的数据吗？报委员，这个当初是因为在谈判的过程中，他是有一个根据那个谈判我那个过程里面，他就是我说你同不同意他的数据啦？还是你觉得他数据高估还是低估？还是你觉得你也很奇怪他数据怎么来的？你们也不是很清楚。报委员，这个数据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去设定，所以我们是同意的，在那个情况下。那他一定有个数学的基础算出来的吧？你有看到了吗？他据我们了解，他用那个 GTAP 的，对吗？你有没有看过整个的数值分析，用什么多少的相关资料？你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你知道吗？是我们用数学简单算一下哈，24063个机会，至少这个产值哈，我算出要几千亿的产值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了哈。那我不晓得说减免这样的关税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你们是专业人士啊，尤其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啊。你们自己对外的宣称里面写了这样的一个就业机会，可是啊，你们在这一次第二版的时候，你们就把这个就业机会拿掉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觉得说，简代表你们自己发现这个数字有问题，心虚把它拿掉。第一次对
对外的宣称报告里面讲得很好听，有两万多个就业机会，第二次把报告拿掉，为什么？报委员，那是因为到最后谈判是谈判的这个情境有改变，所以那个当初必须在、你上一版是去年六月，这一版是差那么多啊？好，再来吼，所以你之后吼再把我们资料给我一个详细的，你们怎么算出来这个资料的吼？是。再来，你们刚才讲说你们问了许多的相关的单位，然后面板业者多可理解嘛，对不对？是。那你觉得有没有机会？次长觉得有没有机会 ？ITA 有没有可能在下一轮的谈判把面板纳入？我们一直从开始就争取把面板纳入 ITA 谈判，而且我们态度坦白讲，我们非常坚定。我了解啊，但是没有效嘛，对不对？因为是中国大陆他们中国反对嘛，对，所以结果，所以台湾你觉得在 ITA 这次的谈判里面，你认为台湾是获胜的吗？我想总体来讲我们是获胜的，总体来讲是获胜的，但是我们面板业大家不这样认为啊，但是对不对？面板业大家觉得说其他的部分，然后再来吼，你们的报告里面写的60%几具备出口利益嘛，对不对？是32%会因此遭做损失的企业，你们的报告里面都没写，到底哪些企业因此受到损失，哪些企业会不会因为这样被裁员，你们也都不讲，你只说那个60%几会增加两万多个就业机会，可是你们去沟通过去了解过，剩下的32%这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会造成台湾的相关的企业裁员的或者是工厂倒闭呢？你们有没有做过评估？我们是有跟产业界去了解啊。啊，你们的评估报告在哪里？因为你们给我们的资料里面对这个部分只字未提啊，只字未提啊。你们只有写说60%几，很棒很棒很棒。可另外30%，我认为你对我们观光教委在提报告的时候，你应该把所有的利跟弊都写出来让我们晓得，而不是只写单一的部分而已啊。可以，那所以我们你们资讯揭露是非常的不完整的。是，在接下来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经济学人认为台湾在这一场这个案子里面是不好啊？所以我看完经济学人的分析，我觉得蛮奇怪的、啊。经济学人认为说。ITA 2的协定对全球普遍有利，但对台湾及南韩将不再享有等等等等，我就觉得这段我蛮奇怪的、哦。这个部分我存疑、哦、那所以我要拜托我们的总代表、哦、跟次长去了解一下经济学人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个论述出来，因为就他们的论述来讲，感觉起来好像在这一场的谈判里面，台湾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我不认为，所以我也觉得蛮奇怪的，因为刚刚照刚你们给我内容，跟他写的内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然后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整个 ITA 的事实上最后发生哈，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在这场会议里面其实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哈。那我认为台湾未来有没有可能继续去争取我们的面板业，好，怎么纳入，或者未来如何来强化台湾的 IT 竞争力？我想经济部次长跟我们总代表你们要加油一下哈。会长，谢谢。好，谢谢。现在请江启臣委员。主席，先麻烦你邀请次长，外交部次长。哎，侯次长。啊，委员好。哎，次长，我先这个请教一下，我们那个冲之岛礁事件处理的状况哈。虽然我们昨天已经派出两艘船出去护渔了哈，那请教一下外交部长，上礼拜有召见日本驻台代表嘛？好，那谈的状况怎么样？你在不在场？报告委员，我不在场，但是我了解到哈，我们部长是有这个，向他提出抗议，然后要求日方呢来理性处理这个。那对方有接受吗？对方当然他这个会转达到他。那他有没有对我们表达抗议？因为他们的外相对我们表达抗议。对，在不，对不对？好，那我们的驻日代表有。像有在日本向日方表达我们的不满吗？有，沈思纯沈大使，沈大使有提出抗议，有嘛？啊，他提出的这个之后，日本的反应怎么样？他是请那个日本交流协会理事长金井正啊，跟他会面嘛，那双方是互提立场，互表抗议的，就是互表抗议，所以大家都几乎没有退让就对了啦。那这感觉就一触即发了、欸。目前是大家。但我今天听新闻，日本方面说，他们认为这个海域
似乎就那个讲话的味道是说，有可能会引发冲突啊。就因为他们现在也有日方的公务船在这个冲之鸟这边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两艘也过去嘛，啊，那就你们的了解，这个状况存不存在？就未来这整个事件的发展会不会有冲突的可能？这个我们当然是主张要理性处理了哈，和平方式来解决了。那要冲突，因为两方都有相同的这种态度才会发生嘛。可是现在就是双方，其实日方也蛮强硬的，日方他也对我们表达抗议，我们也表达不满跟我们的抗议嘛，对不对？啊，那尤其双方的外交的代表都已经相互彼此的找来见面嘛。啊，那再过来下一步最坏的可能就是我们召回驻日代表啦，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目前是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啦，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我们是主张说要这个和平解决，所以我们会要求日方尽速跟我们协商了。好，那协商的内容要谈什么？因为这个跟钓鱼台不一样嘛。钓鱼台我们知道是因为你有重叠的争议存在，可是这个地方我们跟他没有重叠的问题存在啊，这是一个他是不是公海的问题嘛？对，这个因为那个海域事实上还没有经过那个联合国的、这个，联合国并没有确认，可是日方一直认为联合国确认了、啊。事实上没有，2012年他是确认北边的了哈，那南边的是还没有、哦。那过去其实我们在这个海域平均呢、啊，我们在那边作业都有200多天，我们的渔船在那边作业都有两百多天。那为什么过去比如说10年以来，其实发生的次数不像钓鱼台那么的急那么的频繁？就日方在那边。公务船出没也好，或者对我们扣押船只也好，过去10年来并没有很频繁。对，事实上，因为那个还是一个争议的，有争议的海面。对，那为什么最近 这一次他就强行就是把它带走，把我们的渔船带走？过去哦，其实是存在有一个默契了哈，默契不成稳的默契，就是他通报的时候我们就走开嘛，我们的船就会离开。那所以过去其实等于我们也某种程度上默认了他们的一个临海的海域，或者是管辖的海域，没有默认过，没有默认过。我们从2009年就把我们的立场表达，就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有争议的海面，所以我们并没有默认过。我们没有从头到尾都是主张那个不是日本的一个管辖海域，从来没有默认过，从来没有嘛，没有接受，这个、也没有默认。外交部你必须要说得很清楚，不能让他觉得你的态度前后不一致啊。没有啊、哦，那所以未来。我们继续跟他协商，那哪时候开始协商？这个日方答应要协商吗？要日方同意，我们他们有同意吗？目前有没有同意？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持续在沟通中。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外交僵持哦，有可能会继续僵持。在外交部立场当然是透过协商解决了，我们从来不会说、啊、没有。我们的立场当然是和平协商嘛，这不用讲啊、哦、但是我的意思说，你如何做到了？还有日方答不答应？因为协商是双是两造的，绝对不是单方面。对，好、哦，能够达成的嘛，啊、哦，那恶化的可能性跟协商的可能性哪一个比较高？应该是趋向于协商了。协商，对，啊、哦，所以外交部有这样的把握。对，啊、哦，那我们要不要请他退回那个赎金那个什么罚款？这个是我们的要求之一了。我们要求之一啊、哦嗯，好，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外交上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是，当然，好不好？是，谢谢。接下来我请一下我们的经济部次长跟财政部的次长。还有外交部次长，那你请回好了，就经济跟财政。好，委员你好。好，那个 ITA 2哈 ，ITA 1是在1996年，我们都知道那是 WTO 附带决议，很重要的。是啊、哦，那对台湾来讲，当时因为这个 ITA 帮我们解决了一些我们没办法立即签订 FTA 的一些困难。是，所以我们当在2000年以后，我们也蛮期待 ITA 2能够赶快来谈。是，可是谈了十几年，总算。在最近成果出来的、哦、可是台湾的产业结构也进行了很大的转变，在这过去十几年，2000年左右我们曾经是 IT 大国、哦、而且很多是 Made in Taiwan， 所以我们在 ITA 2上面能够争取的关税减让，对我们的产业利益，坦白讲是比较大。是，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你今天谈完了要签了之后，你201项产品里面，我们136项有竞争力的优势，其中。这差不多占了70%，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70%当中有多少是现在还 Made in Taiwan 适用我们的进出口关税的？有多少？这个我是不是请工业局
他们可能比我还清楚，因为整个产业结构已经改变，产业链也都改变了，是 Made in Taiwan 比较多，还 Made by Taiwan 比较多？因为我们在这一项协议里面，我们估计会损失86亿的关税嘛，对不对？因为关税减让到零，这201项减让到零，我们会损失多少？86亿的关税，这个是财政部你们估算的嘛？没错吧？有没有错？报告主席，我们是根据103年的进口值，好，那它是一个估算值没有错，但是你一定会减少税收啦。但我意思说，我们必须想，我们必须相对能够赚回来，你才能够告诉我这是利大于弊嘛。那我现在要问的就是，你跟我讲说有70%，对不对？201项里面占了70%，70%当中有多少现在是在台湾制造的，由台湾出口的，又占了70%？能不能回答我？报告委员，大概没有办法那么仔细啦哈。不过大项目，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譬如说，半导体这一块MCO 这一部分都在台湾做哦，这个部分没有问题。这个占了你所谓的这个产值的多少？哦，这个你是产品项目占70%啦，但是你并没有告诉我说它的产值占了70%。这201项的产值。我们那个整个优势的部分的产值占了多少？ Oh, okay. 你现在是 item 占了70%。是是是，那我们可能还要再精算。哎、欸，你不能现在来精算，你已经签了嘞。我们今天是来立法，又要 ratify 这一个你签的 agreement 呢。然后你说你没有精算，那我现在问啊，86亿是关那个财政部算出来，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因为参加 ITA 2赚比86亿还多，跟委员报告您讲，86亿是讲我们的进口关税损失了，但是我们有出口关税利益11.4亿美金，那是出口，对不对？对，出口，那等于是说那是出口免关税的部分嘛？对，就是去到其他国家国家免关税，因为关税减免。好，那我刚刚问的是说，那里面产品里面的70%啊。有多少还在台湾制造嘛？你这样才能够扩大我们的出口嘛？我今天签这一项 agreement 是我要扩大出口嘛？如果我今天签了之后都是可能挂台湾的名字，我想跟，但是从第三地出口的比较多，那我们相对获利就减少了嘛？这一部分哦，我们所做的统计哦，都是从台湾出口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台湾生产制造出口的。我们的出口利益是有九，我们这个出口总额是900亿美金。至于您刚刚讲的，说是不在台湾生产，但是在海外生产有没有？对，有，但是这个不再算进我们这里头。那不能有多少？那应该会很多，会很多。那会不会因此有一些效应变成是移到外面生产？不会，反而会让那些移回来。他们过去会移出去，是因为他们的产品出口。那个，那你没有想会优惠关税，不，这个要这个、要花时间，让我慢慢来。那部分大概多少？就是说潜在的，我们可以拉回来的，因为就是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嘛，就是说本来是挂台湾名字在海外生产，但是现在因为 ITA 处，我们让他回来台湾生产，也可以享受免关税嘛，是，对不对？对，这部分大概可以到多少？因为这个会回应到刚才。蔡有人所提的说，你们计算出来，你增加20,000多名的就业机会嘛？这部分我们可以请中华经济院再用 GTAP 来算一下。好，谢谢。那 GTAP 都是旧的资料啊。好，好，我们咨询时间到，哎，谢谢，谢谢。我们再来请王定宇王委员。谢谢主席哈，麻烦我们外交部次长哈，还有经济部次长，委员好，哎，次长早哈，辛苦好。我有几个简单的询问的问题哈，第一个我刚才看你们的资料，这个 ITA expansion 哈，大概今年7月份有一些开始试用，但不是全部吧？我刚才听到理解是这样子，那在你们的报告里面。这个对台湾136项产品，大概占了68%左右，我们是会有利益的。这个数字是对的吗？是。
那这136项产品七月份开始试用了，除了你刚才讲，因为机上盒我们大概是获利的第一名，就是出口到美国占了 90% 以上，除了这以外，这136项里面你们有没有一个报告说大概多少是在今年，多少是在明年，你们有没有这个数字？我们有一个项目列出来，是哪些项目是在今年七月份马上会降为零关税的？我刚才我很仔细看了你们报告，我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啊。不，那个是很详细的，我们可以把这资料送给委员，没问题。那个资料网络上有没有？我如果上网去抓，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对国人来讲，哈，这个市长是这个是好事情的。原则上 ，ITA 不管是原来 ITA 或者 ITA expansion 哈，对台湾是正面的，这个我是肯定。但对国人来讲，他个别所处的产业，个别所面对的产业的变化，他可能需要更多的资讯。是，那政府透明化的话，如果你这个东西全部表列下来的话，其实对国人、对纳税人来讲是一个正向资讯。所以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就是说在经济部这里有一些什么，哪几项像机上盒是今年七月份开始试用，有哪几项是像 ICT 的零组件是明年它局部调降，有没有这个东西？有的，我们在那个 OTN 办公室的网站上面有详细列出来。另外，我跟委员报告，我们从五月四号、五号、六号一连三天，我们会请国内所有跟这个 ITA2 扩大产品项目有关的厂商，我们来召开说明会，让他们了解。市长这边我都尊重，因为说明会 OK 啦，这个是应该办的。但很多人不见得会被邀请来说明会，政府的说明会的涵盖率一向不高。所以如果透过我们询答，透过媒体报道，你们在上面有公布这些资讯的话，那对一些中小型的企业或个别的业者，他可以知道说我这个是得利的，或者进口冲击要来了，而进口冲击政府准备了哪些辅导或者相关的措施，这上面如果很完备的话，建立一个模式，因为我们将来还要签很多东西啊，像 EGA 的那个环境保护的还在讨论当中嘛。是。第二个，我看一下中国的部分，这是一个例子，我们液晶装置之零件，虽然液晶萤幕它是没有纳入 ITA2 里面，但是装置零件是有嘛？有。那装置零件的话，我们现在在2014年的出口里面是占了75%，那关税是 8.4%， 那在七月份生效之后，我们就降到 2.1%， 这数字没有错嘛？是降 2.1， 是降 2.1 还是降为 2.1？ 没有，降 2.1， 所以还是还有 6.3 嘛？对。那它最后的目标会不会到零？会。在几年后？三年之后会到零，因为他们也在准备啊。三年之后，也许他这个产业的话，换他成为进攻者是有可能的哈。那这个像这样子，个别国家，我们这20几国签完之后，个别国家会被可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国内的、国际的政治因素去毁坏这个协定？不可以。所以不会因为台湾跟中国的政治氛围的改变，会影响到我们 ITA expansion 这个签订的内容或执行的进程？不会，完全不会，完全不会。因为他如果改变的话，他其实面对是全世界的反弹嘛。是。好，那就这个以外，我再提问另外一个问题哈。刚才讲说，该蔡世运委员根据你们的评估，其实那是一个模型去跑的了哈，跑出24000多个就业机会。那你们有没有概估一下，或者中华经济研究院有给你们的数字？这今年七月份我们部分开始试用以后，对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能够注意多少？有没有这个数字？有这个数字。大概是多少？对，那个有没有？中华经济院，您不是以前有？你们来都没有准备哦。不，你这样子，委员对不起哦，这样变浪费我时间，因为这个很基本的数字嘛。我们签了一个国际协定，我们有的获利也会有进口冲击，最后反映在我们国内的整个经济成长率上是有帮助的。这个是详细数字，这个 data 应该是很基本的，有都不知道嘞。我们有请中华经济研究院做这个资料，但是抱歉，我手边没有这个资料。不，这个数据待会也许后面的委员会询答，我是请你们先准备一下。是，接下来我再请问你一个有关这个协定的问题，我们在2010年的6月29号跟中国签了 ECFA， 我请问一下，我们 ECFA 到现在通报 WTO 了没？我们今天2016了嘛？我们是有通知 WTO 啊，不正式通报有没有通报过去了？我们有 early notification， 你们只有早期通知嘛？早期通知，你们完整通知还没有嘛？我们当初跟 WTO 讲说，等到我们所有 ECFA 完成之后，会正式通知，所以你们现在的早期通知是在几年？是哪一年通知的？我们第二年就
就2010年签完之后，2011年我们就通知了。看起来不是这样子哎、欸，我看起来我们2010年签完之后，那时候11月份，美国是特别关注这一点，在 WTO 要求我们根据 WTO 所签订的 RTA， 就是我们这里区域的协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我们是要去通报的，没有错。所以2010年没有通报，然后违反了 RTA 的透明化的原则等等等等。2011年，你们经济部的贸易局还在回答，3月2号还回答说我们会尽速完成，我们尽速完成来通知 WTO。你说你们签完的第二年就通知了，没有啊？我们通知是 early notification， 就早期通知。我刚跟委员报告过，所以那个是在第二年就通知了。对，第二年通知，早期通知。但是我们跟 WTO 通知的时候，我附带说明说，等到我们全部的 ECFA， 包括服贸、货贸、争端解决、投资协议，通通完整之后，那我们会完整的通知。那2014年的9月份，美国在日内瓦。那是我在，那时候你在嘛？我在。他那时候还提出来的要求是要求。没错，他美国是一向认为说是你应该，你即使你只有完成一部分，即使 early stage， 你还是要有一些东西出来，也是要把全部。但是我们还是告诉他，因为我们没有全部完成，所以我们还是没办法来完整的通知。那如果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完成的话，一直不通知，对我们在 WTO 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应该没有影响，都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所以就可以一直赖皮，我叫一项没完成就一直放。不是，只要我们哪一天完整的完成了服贸、货贸以及争端解决协议之后，我们一定要通知。那个时候 WTO 也会逼我们通知。因为你在 ECFA 里面有签了一些东西，其他国家过了10年或一段时间，他会要求比照的，所以他们会关注这个事情。所以你认为这个东西只要我们一直没有通知进去，不，我们。今天如果完成了所有协议谈判的话，我们当然要通知，这是按照 RTA 的规定，我们要这么做的。那是全部嘛？是。那美国的想法不是全部，他认为说你到哪个阶段应该要通知，我们也向他解释，通到里面来嘛。我们也向他解释，因为我们只有早只有一部分早说。所以到目前为止，有关 ECFA 的部分，我们只有在当时签订的第二年那个早期通知而已，有后面都没有再做一些补充的说明。没有，因为没有完成，没有继续谈，没有完成整个协议。那你们后面不是签了好几个协议吗？但相关的协议，但要没有整个没有全部完成啊。所以个别一个一个协议都不用通知 WTO。那个照 WTO 规定是你不需要，你要整个完成再通知就可以。OK， 好，那有关那个经济成长的部分，我希望你们查一下，待会数据给我们。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再来请徐永明委员。有请经济部次长哈。好，次长。委员好。次长好，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哈。其实我看这个 ITA Two 哈。我还蛮 impressed 哈，因为2012年5月开始谈嘛，2015年12月16日就去年，哦，去年谈完成谈判，今年7月就要，如果顺利的话，今年7月就把它实行，对，是好，所以这个多边谈判，相较于我们的货贸、服贸啊，多边谈判其实不一定会比较困难嘛，好，对，好，那第二个，其实前面几位委员也都关心到，就是说。因为所有的报告啊，不论财政部、不论外交部、不论是经济部，都是利大于弊了。好，可是都还是纯粹从关税的角度来看。好，那我会比较关心的是说，七月如果开始顺利的话，七月如果开始，这个市长，我们出口连几黑了？如果到上个月为止，14，好，连14黑了。那如果七月有没有帮助？有。那会不会有个效果、啊？因为业者也知道七月要减关税嘛，会不会很多业者把这个出口有可能的，它是后递延效果有的，好、哦，也就是说会不会这样子5、6月更糟糕？就说我七月减关税能减多少我都知道，我干脆七月的时候再出，这个不一定，因为有些国外的。进口商或是他的那个工厂，他需要料，他有时间上有时效的问题，他还是需要的。对，好，不过我只是想请问次长说，那他这个利大于弊啊，可不可以让我们这个出口连14黑哦？14黑是到上个月了，好，到7月的时候能不能有帮助？
你们的评估如何？我们认为是有帮助。好、哦，有帮助。那会转正吗？我没办法这边很清楚的讲，但是我认为是会有帮助。好、哦，那因为其实你们也提到哈、哦，面板并没有列在里面嘛。是。哦、它会有 ITA 3吗？是这样子啊、哦，现在目前 ITA 2才刚刚才完成。对了，就你们的评估，所以说就未来而言，未来而言，那当然不是不可能啦、啊。可是现在因为面板这一部分，那个因为中国大陆相当的坚持，他对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欧盟、韩国，他都不退让的。所以面板主要是因为大陆的因素，中国大陆的因素。没有错，就是只有中国大陆因素。所以他们如果不支持的话，面板，所以你们的报告我看一下哈，应该是经济部的报告嘛哈。你们做了三个产业的这个沟通嘛？是。好，第一个就面板业者嘛。对。啊，可是你的一个结论让我觉得很有趣哈。为了纳入面板，就是 ITA 扩大201项产品，为了纳入面板项目，因面对现实，这个现实是怎样？就短期不可能。不是，因为面板业者。市长，我把它念完了。且近年已逐步分散市场，例如往印度、印尼等其他有潜力市场发展。这个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要让业者知道，中国大陆这一部分态度是铁板一块。啊，所以如果你想寄望中国大陆把面板的关税降下来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不切实际。在这个结构里面，在这架构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态度已经很清楚表达了，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朝一些新兴市场去发展。所以新兴市场发展是出口市场了，不是要他们外移到这些市场。我不是外移，出口到新兴市场。我想刚才很多委员关心的就是说降关税，可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我们的产业链会不会已经外移了，甚至我们对手，比如我们在大陆。这产业链是不是已经在地化的问题？这时候关税可能帮助就会不大。那我也看到你们有跟半导体跟工具机业者，那为什么没有其他业者？为什么不多一点？你如果形成更多的共识，所以我其实事实上我因为我只有几个重要的业者做、其他都有做，其他我们都有做沟通，都有跟他们做说明。Okay. 由我们部长亲自出来宴请他们这些业者来说明。所以我想其他委员，我也会关心的，就对一些特定产业的冲击，不论是加分或减分，我觉得你们应该有比较清楚的一些数字出来。是。好，那我个人也期待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出口能不能有一些比较正面的讯息。不过你一定会有那个效果，五六月的时候搞不好不会更好，因为所有人都期待七月的时候会通过嘛。好，在这情况之下，会有一些递延的效果。好，谢谢次长。我想请问外交次长、外交部次长还有国主司。好，委员好。次长，司长好哈。最新的消息是这样啊，关于 WHA， 你们的另外一位次长令狐龙达表示，期待可以顺利收到邀请函，好，有很大的机会出席，强调像是美国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在帮忙，因此仍由。这是他讲的话，很大机会收到邀请函出席，市长到底有没有机会？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好、那很多朋友帮忙是怎么帮忙法？但这详细的我们不便公开了哈、只是说有些这个友好国家是有在帮忙。除了美国之外呢，还有其他欧盟？欧盟啊，日本对有吗？主要是前面委员提到的。好，这些国家哈，那我想请问，因为其他观察员哈，其实都已经收到邀请函了。好，那我们如果晚收到，就是说很多人担心机会不大嘛。好，那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有其他备案？如果没有收到邀请函的话，我的了解，卫福部是有备案的。啊，备案的内容是什么？那这要看，就要问卫福部就对了哈。外交部并不知道哈。我听到备案内容是说要去旁听呐。好，那怎样的层级去旁听？外交部会有作为吗？但我们在现场是我们有代表处哈，可以协助了。那同时也会同步的再请那个司长国家。我想请问，你们次长讲令狐龙达这个表示是怎样？你们有什么最新的资讯吗？报告委员，就 WHA 的邀请函的案子，事实上我们跟 WHO 都有很密切的联络，那么我们也在等。那么，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是因为 WHO 它寄发邀请函的时间，就是观察员这一部分，事实上呢，它也是有它内部的作业的程序，所以并不是每一个观察员他收到的时间都一样。那么我们目前就是在等，就是等就对了，是没有更进一步的资讯。
我们能透过其他国家了解他的作业吗？报告委员有，但是很多我们不方便在这边做说明。因为他这边讲说下周一网络报名截止，这个截止是真正的 deadline 吗？对，网络报名的时间是从4月11号到5月9号，的确是在5月9号是网络报名的截止。对，5月9号之后就不太可能了。是不是可以有别的安排？这个可以再去跟 WHO 做了解。卫福部有备案，那外交部有没有什么备案？跟委员报告，我们有，我们和卫福部，我们都事实上都有协调，我们都有备案。好，所以内容，跟委员报告真的不方便讲。好，谢谢委员。OK， 好，那次长最后问一个哈，关于这个目前跟日本这个冲之鸟礁的争议哈，从外交部的角度，最后我们希望达成什么效果？我们如果连军舰都派出去了，我想也不是想要制造这个冲突了。那最终从台湾的角度，从台湾的利益，我们希望达到怎样的效果？避免类似事件。当然，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就是主张要理性处理、和平解决了哈。那这个当然要具体的双方，双方这个具这个坐下来坐下来谈。那有可能就是。最后协商的结果。那过去几年为什么像你讲的，就是有一个不是所谓不成文的默契，就是他来我们走，哦，他虽然不会抓我们的渔船，可是我们一定要走。那甚至从外交部的角度，好像是这是过去的类型。那我们是不是间接已经承认他们在那地方的主权？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那所以最终。最终当然是能够达成协议最好啊，就是那协议内容就是要能够维持这个公海这个自由航行，两边有开始在谈这个事吗？捕鱼的权利，对不起，两边有在谈这个事吗？这个现在还没开始，还没有开始，还没开始，所以没有既定的议程。当然，这个要开始以后才能够知道什么时候会达到协议啊。那如果对方强硬呢？完全不理我们，我们有其他工具吗？应该也不至于啦，日本他也。对他这个也不是说完全不讲，你这样态度不行哦。我们的总统态度这么强硬，院长这么强硬，我们从事外交大概都主张是透过和平解决的。好，嗯 ，OK， 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我们下一位，请罗志正罗委员。主席好，可不可以先请外交部侯次长？次长，罗委员好。早安。这个报告案是要冻结500万的一个书面报告，然后经同意之后才可以解冻哈，不是自动解冻的，所以有些议题还是要跟你讨教一下哈。那个自从去年那个事情，5月澳洲的媒体报道有很多的这种所谓黑工哈的情形之后。我们外交部或者相关的部会总共有没有收到多少的申诉的个案？数量有没有？是不是我请姚太师答复？是，谢谢委员，报告委员，外交部公众会啊，第一次报告。这个针对那个申诉的个案啊，因为个案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是我们去年开始有做各种国人在海外从事度假打工啊。发生意外事故或任何的相关的请注事项，我们做胎样的分析跟统计。好，有几种胎样，就是有所谓的，不当事，不要遭雇主不当待遇，对不对？对。或相关，你们做好胎样的分析。总共有8种胎样，我们根据不同的胎样，我们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这通过外交部主导的这个跨部会的协调平台，所以每一种胎样你们都有所谓的因应的方法。有的。还有提供这个所谓的青年朋友在网络上可以提供相关的 Q&A， 对不对？是的。有没有具体的个案？有个案，目前透过我们所谓的类似像雇主啊，克扣工资，对，或者是不当的骚扰，或者说超时工作没有付。大概有多少？目前为止，目前我们统计的样态大概有50几件。那目前的50几件处理的情况怎么样？有些还在处理当中。那么有几个个案是已经透过申诉的平台啊，得到相关的补偿。这些方式处理都是由个人自己去处理，还是外交部或相关劳动部有协助来处理？分成，如果说以处理的样态来讲，如果说这个度假打工是透过雇主这个中介是在国外的话，这头就要透过国外的这个申诉机制跟当地国的政府提出申请。我们这些资讯啊，就是我们本来期待你在报告里面能够提出来的部分。是。目前的报告还是非常一般性的报告。好，否则的话，我们还是不了解。从去年，因为当时冻结是有原因、有背景，就当时发生了一些个案，而且被媒体报道之后，然后外交部的这个预算才会被冻结嘛。
所以这个报告里面应该就是把那个时候去年五月到现在为止 所发生的相关的议题做一个比较更细的一个分析了哈。是的，没关系。OK， 好，请那可不可以请经济部左次长，侯市长请坐。刚才那个王地伟已经要求一个数据哈，你们已经查了十几分钟了哈。今年我们在讲保一有没有可能性，那政府说有困难，可是从如果顺利的话，七月份就能够执行这个 IT expansion，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能够贡献多少？这一部分还没查到啊？还没查到，我同仁还在查。这个数字是应该有的啊，给你们多时间还查不到，还是根本没有这个数字？是有这个数字啊，大概多少？给国人点信心嘛，给我们一点利多嘛，都已经告诉我们今年保一有困难了。那如果今年我们加快整个审查核准的过程，七月份推动之后，经济成长率能够贡献多少？我们同事刚刚给我的数字是0.25，0.25是吧？是。我本来有一个数字是0.34的，另外一个媒体所提供的，你们是0.25啊，比我的还悲观了。因为这个整个在谈判过程当中一直在做一些，所以如果今年七月份正式生效启动之后，我们能够贡献0.25的 GDP 成长，对不对？是。那今年保一有没有望？我想这个 要看全整体的经济。对啊，那可是之前已经告诉我们保一，当时讲保一没有希望，是有没有把 IT expansion 推动算在里面，知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好像并没有嘛。哎，对。所以0.25是多出来的哦。理论上讲是应该是多，没有错吧？所以今年保一有没有希望？市长给我们点信心嘛，今年保一有没有希望？还是你也不敢讲？因为我还是想要看整体经济当时的情况，好吧？基本上如果真的这个所谓 IT expansion 能够真正加速来推动的话，希望对我们经济能够贡献多一点了哈。是，不是只有0.25？市长，请问一下哈，相关的签署的国家现在已经核准、已经批准的有多少？有七个，大概有七个国家。所以我们速度算快还算慢？我们算正常，算正常吧。哎，可是七月份的就要正式生效了，我们如果现在来得及的话还算正常了。因为我们上个月在财政部的这个不是立法院也三读通过的那个海关进口税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所以这部分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速度不算慢，不算慢，对不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哪一个国家它的速度还没有？我们出口市场国家里面哪一个国家目前速度还比较慢的？有没有？目前中国大陆，我看应该还有美国，因为美国嘛，对不对？美国是对我们最重要出口市场。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两个比较重要市场，目前还没有完成。所以你认为通过 critical mass 90%以上的机会应该没有问题了哈？是。所以换句话说，即便速度慢，应该不影响整个七月一号的生效。是，应该不影响。是。好，在谈判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提出我们的关键产业跟敏感项目？有，我们每一次都提出来。那对那个整个总体来讲，多边谈判过程当中这些议题。有没有被讨论？有，所以都有获得相关的保留，还是对？这事实上，这三年半期间，坦白讲是很艰难的谈判。我们也多次折冲。有没有哪一个关键或敏感产业，最后我们没办法守住了？就是面板，就是面板产业嘛。是，对不对？好，那多边谈判推不动，我们未来在双边谈判上，这个面板这一部分会不会成为一个重点？是的，我们是希望在双边的 ECFA 货贸协议里头能够取得，但是跟中国大陆市场嘛，对不对？是双边的。美国部分的 TPP 的重点里面，没有，我们 TPP 里头现在是所有关税都大幅度降低，对对，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 ITA 这一块并没有受到影响，没有，不受到影响。OK， 就是想问一下哈，新政府要推动所谓新南向政策，包括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度等等。IT expansion 如果通过的话，对这一块市场有没有帮助？当然会有帮助。有没有稍微估过大概会有帮助多少的一个，这个不论做出口来讲，或者说所谓的经济成长？我这部分是不是容我们再回去做更详细的？对，就每个不同的市场，包括欧美市场，包括日本市场，包括东南亚、印度市场，在不同的这个所谓 IT 业通过之后，每个地区的贸易成长，或者所谓的贸易转向效果有多大？是。这样才能让厂商知道，尤其因为每个厂商它的布局不完全一样嘛。是是。最后还是要问一下哈，虽然有100多个这个相关的行业说产品项目会有加分，会有利基，贸易转向的部分或冲击的60几个这个可能的项目，我们未来的沟通跟未来的一个协助的做法是什么？有的，我们有工业局有一套的辅导的做法。那这些业者呢，有什么反应？业者他们表示都是支持的。
连他们受害的产业，他们也支持、啊。他们同意，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协助的。因为总体来讲，他们还是加分的。总体来讲是有就加分的，是。好，最后问一下哈，当我们政府未来要推动所谓的国建国造、哦、国防自主等等，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国防产业本身也涉及到未来从关键国家啊引进所谓的关键资讯产业等等。对，这块对我们国防自主有什么样的加分没有？至少从国防预算的减少上面。当然，如果说我们能够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一些 expertise 跟那个技术的话，当然对我们国建国造会有很大的帮助。OK， 好，谢谢。谢谢。那个，我请次长在，还有时间到，请长啊，侯次长，拜托。是。时间没了，再一分点。次长，我们最近总统的动作很多，包括冲之岛，包括、太平洋啊，冲之鸟岛，包括太平洋、太平岛等等，这些动作，你认为我们是不是升高了军事的动作？它、目的是为了增加我们外交筹码吗？还是会有可能被别的国家解读我们在升高外交的紧张态势？这个我不解读那个我们国内其他长官的动作了，但是基于外交部的立场，我们是主张要协商来。那我们要不外交部要不要去关注一下国际舆论跟国际媒体怎么样解读这些动作？有，我们都一直在密切关注了。当然，这个其他国家也都希望我们能够理性处理。对，所以这点我要特别提醒外交部，就是说，虽然我们一定要升高某种程度的这个态势，才能够创造更多外交筹码，但是要非常注意国际舆论跟周边国家的反应，不要啊反而被贴上一些标签，让我们在破坏目前的稳定的现状，好吧？好，谢谢市长。谢谢主席。好，谢谢。好，谢谢。那我们再来请陈廷飞委员。我们请财政部次长跟我们经济部次长。财政部次长现在去开会，署长、关税署长。那还有经济部次长，是委员你好。我想财政部因为次长不在了哈，那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报告里面了哈。其实财政部开宗明义就说，降税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关税损失呢，大概会有新台币86.08亿，这是在我们报告里面所写的。可是我们并没有再看到进一步说，他可以直接所对等的获利是多少？报告委员，因为财政部负责是海关进口税则进口货物的课税问题，所以我们根据103年的进口值估算下来，根据这样的结果，我们税收损失是86亿。我现在是要跟你们讲说，你们写这个报告，其实是很让人家很质疑，而且很担忧的。是会很担忧，当你写出这一块的时候，你下面没有去做出说可能其他的单位给你们财政部的评估会有多少的获利，因为我们增加了经济效益、经济的竞争力，在我们所有各部会给你们的资料，你们统整之后预估所多少。我是要跟你们说，当你们写这份报告的时候，你们希望我们赶快来通过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关税调整调降的部分，它是有一个很危险的状况的。我是要提醒你，因为次长不在，这也不是你的职责啦，因为你是署长嘛，关税署署长。好，那我请问一下次长。是。次长，我同样的问题，财政部在他的报告里面写说，我们的税收损失会有86.08亿，但是呢，我们的效益评估呢？那个跟委员报告，我们是有做过这方面的这个计算啊，根据税收支出的计算，我们税收净效益里头是税增约29.17亿美元，税损约7.79亿美元，净效益是21.37亿美元。换句话说，我们是有净收入、净增加的效益。是啊，净增加。可是问题是在我们原本的关税，我们的税收损失啊。所以你们这个部分说，我们经济部说我们是有税益的，我们会增加21.37亿，可是财政部的报告是我们是会有税损，那到底我们要看哪一份报告？
我们要看哪一份报告？经济部说有税益的部分，然后财政部说有税损的部分，那到底要看哪一份报告？ 我想跟委员报告，财政部它是主要估算那个关税，因为我们税率下降，所少收入的关税收入。所以市长，我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的报告，你们都没有把它 match 在一起。我说你们两份报告出来，如果看到财政部的报告，我相信大家怕死了。可是看到经济部的报告，哎，这对我们台湾是有利的。你们一份报告，同样的状况，但是不同部会所报告出来，你们没有统整。我只是要去告诉你这一点。你虽然可以解释说，哇，那个财政部是以什么标准去看，我们是以什么标准去看，可是当你这一份标准给一般民众，你报告出去之后，财政部所说的跟经济部所说的立点不同，所得到的感受也不同。哦，这是我们现在要跟你们探讨，就是说，当我们认为这是好的，这是一定要过的，那是不是我们要更用心一点，把我们所有的一个报告资料把它统整在一起？到底我们虽然有税损，可是我们有税益，所统整起来对于我们台湾整个经济是有效益的，所以我们希望要在这个关税减让的部分要赶快让它通过。这是我看到你们报告的感受。 好，那我再请教一下次长，虽然你有说我们的面板业者都可以理解，可是我们要问的，我们面板的出口是全世界第二，欸，是第一大是韩国，是不是第二？然后呢，在我们的面板的一个减让是没有的，那你说我们的面板业者都可以接受，是不得不接受，没有，还是真的可以接受？因为我们让他理解，我们在过去三年半里头，我们如何的努力来向让他来帮他们争取把面板纳入项目里头，但是实际的情况，我们都让他了解，可是所以你们只是让他们看到你们的努力，不是我们也跟他们讲说，我们像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希望在 ECFA 货贸协里头双边里头来帮你争取，因为如果这一部分，所以你还是把它落到 ECFA 嘛，你还是一样把它引到 ECFA 嘛，不是？所以因为其他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给我们面板业者的一个期待就是 ECFA。否则他们怎么面对这个冲击？他没有冲击，因为所有国家也一样享受相关关税啊，未来一样啊，都一样。未来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这个竞争力，那你要把它引到 ECFA 之后，那我们面板业者可以得到的获利又是什么？这些你都要把它做出来，有都要把它做出来。我们让他理解到，麻烦次长可以给我们一份资料。是就是说你们给面板业者他们的期待，还有给他们希望的一个竞争力，因为我们面板业真的是站到第二位，全世界的第二位。那我再请教一下，我们现在光几个资讯，我们目前我们的制造业的景气蓝灯连12蓝，对不对，次长？是，这怎么办？我想我们一直相关的措施还有辅导的办法都一直在努力在推动当中。没有用吗？不是没有用，这个有些是一个递延的效果，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多久的时间？所以我们预计现在我们陆续12蓝哦，今天如果我在第5蓝灯的时候就跟您说这些，可能好像有点太苛求了我们经济部，可是现在已经连12蓝。连12栏，请问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期待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成果？12栏哦，是整个制造业其实哀鸿遍野。我昨天才跟我们鞋业的好朋友大家一起在讨论，我们整个内需跟外销都减少，所以这整个是我们台湾所有制造业的一个冲击跟困难点，这全世界都一样。是啊，全世界都一样。可是不能说全世界都一样，我们就
当然坐以待毙吧。没有没有，我们一直在努力当中。他们所有的损失那个状况，真的说比同期大概都衰退了三分之一以上，甚至还到达有些更严重，超过五成以上。那当然我们的经济一定会衰退嘛，所以相对的整个 GDP 第一季 GDP 负0.84%，这是连带状况的。所以市长，我们现在的方法怎么做，怎么去克服，到底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提出怎么样的对策，可不可以给你我们一份报告？可以。然后预期什么时候会有成长，总是我们还虽然520要政党轮替，可是我们的事务官也要做一点事吧。是，事务官是延续的啊，是政策是延续的啊，所以这些你们过去所做的期待在什么时候要有发挥效果的，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报告，麻烦次长。好的，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我们请刘世芳招委咨询。谢谢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科技部的次长，还有经济部的次长？我们请次长。我先请一下前次长哈，在你的报告里面有提到，其实我们这次的谈判呢，刚刚经济部也提到了，大概是有三年多以上的谈判。那这中间有一个，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提出敏感产品过多，而且不愿让步，导致美国宣布谈判暂时终止，有这件事是吗？有的。好，是的。那是不是我们是请卓次长来讲一下？是有这回事。好，那既然有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完成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我们的谈判代表都很辛苦。好。我们在这中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处理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争议？还是我们就让两个大国都全部处理好了，然后台湾是小国家，我们就等着两个大国来给我们宰制？没有，我们在之中坦白讲扮演很关键的角色。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在折冲这个案子。那么欧盟跟美国他们自始至终都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因为他们认为说中国大陆那个部分实在是很不合理。但是因为中国大陆他态度非常坚硬，到最后我们就联合欧盟跟美国，是说我们自主性提出多30%的项目的产品加速降为零之后，来换取中国大陆把一些项目放进去，以及把他们那个有些项目它7成拖得太长，把它缩短。这里面没有包括刚刚很多委员所关心的面板产业。面板就这一部分，他们中国大陆还是没有同意。是吗？我就是跟你讲说，还有呢，最后中国大陆跟美国达成谈判的重要的契机是在2014年的亚太经合会议上面嘛？那这些讯息，我们的经济部是不是事先知道还是不知道？当然知道，我们也参与。那我再请教一下，既然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其他的友邦国家愿意帮忙我们等等这一些，可是在中国大陆谈判上面，为什么像面板这个部分，他们仍然迟迟不愿意来跟我们处理，变成是一个敏感的议题，然后变成我们自己好被列为说这个 WTO 的谈判国家里面所谓的钉子户啊，要赶快完成其他的项目。因为我们算是 critical mass， 如果我们不同意的话，那整个 ITF 我们谁告诉我们的压力说我们是 critical mass？ 我们不同意的话，那整个谈判就会错误，不行就不能完成谈判。照 ITA 谈判的协定规定，如果说那个中国都可以，谁那台湾不可以给他蛋？我们晚一点嘛，因为刚刚很多人都提到了嘛，现在我们连14黑嘛，是不是？对不对？那我们晚一点，你们觉得早一点通过是对台湾的经济贡献度比较好？是。但是对于某一些特殊的产业其实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像面板，对不对？所以才会惊动到变成我们的经济部长自己要出动跟面板产业来协商，是不是这样子？告诉他们说要为国尊重，所以一定要同意 WTO 的这个 ITA 谈判，是不是这样子？ 我想跟委员说明一下，面板这一部分并不是说是中国大陆只对我们做歧视，对其他国家的优惠，不是，它是所有国家它都不同意的。
啊，换句话说，在这个面板这个项目里头，我们跟所有其他国家站在平等的立足点，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包括中国吗？还是你们认为说这次面板谈判没有过，所以刚好垫高了现在我们国会里面对 ECFA， 就是说只有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大陆谈判之间的这个部分啊，垫高他说啊，你们一定要同意 ECFA 谈判啊，我们才能够去帮忙面板产业，有没有这样的考量？我们就经由其他的管道，而不是经由 WTO 的管道。我相信我们新的国会的成员都希望说，我们是个多边谈判 ，WTO 是我们正式加入的一个国际经济体，对不对？用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会有到时候被逼着我们所有的业者，会逼着我们的经济部走这条路？会不会？不会，不会。为什么？我想跟委员报告一下。是。我们在这个 ITA2 谈判里头，我们有一个整体的策略在里头。那么面板这部分我们一开始就极力要争取，但是我们没有争取成功嘛？对，没有。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中国大陆嘛。最大的原因是经济的原因还是政治的原因？因为中国大陆，因为经济原因。因为经济的原因，因为中国大陆自己的保护，他要复制自己的面板。没错，还有包括南韩嘛，对不对？中国跟南韩两个都不愿意跟我们谈嘛。没有。南韩没有吗？但是媒体上面有写啊。南韩当初也是希望把面板纳入这个 ITA2 的项目里头，后来呢？后来因为中国大陆不同意啊，所以南韩就让步了，是不是这样子？南韩因为他在其他部分他觉得说他利益够了，所以我们的策略是不是跟南韩一样？我们其他部分的利益够了，我们就面板的厂商的这个利益就先放在上边。所以现在大家都觉得说面板厂商有雪上加霜啊，因为最近日元又有开始往上飙。面板我们怎么办？我们面板厂商都牛样的鬼啊，自己去自生自灭、哦。面板，我刚跟委员报告，我们有全盘的谈判策略。面板这一部分，中国大陆是铁板一块。那么如果说我们在 ITA 二的时候 ，ITA2 里头，那下一轮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那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啊？我们总是要告诉面板厂商啊，因为我听说经济部在找人来谈的时候，我们台湾的两大面板厂商。友达跟群创不是所有的他们公司的主要的负责人都来啊，表示说他们可能很生气啊，只是不愿意得罪主事者啊，我们的经济部啊，怕以后有很多其他的关税保障啊等等这些不好讲话。不会。好，那你说啊，为什么不会？那么因为我们让他了解到，即使 ITA2 里头没有纳入面板这一项，但是因为我们面板产业非常强，我们在全世界还是很有竞争力的，我们跟所有其他国家的面板产业还是站在同一的竞争力主点，并没有因此而有关税上的。但是我们荣景会有多少呢？我们的荣景，面板的荣景还会有多少呢？我们现在不跟你争执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全部中资还是台资，但是他现在面板产业的荣景还有多少？我请那个前次长来讲一下，您在科学园区，这几个都是在科学园区里嘛？还有那个工业局是不是有代表也过来？电子资讯组的组长，我要请教你们两位的高见。来，产业升级很重要，我们不能我们国际竞争力。我当然知道产业升级很重要啊，但是产业升级还要国家补贴多少经费做产业升级啊？重点在这边呢、啊那这些大的厂商。不止没有办法制造多的就业机会，就是一直要求关税减让等等这些，然后面板厂商又不在我们的青睐的范围之内，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就科技面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技术面来提供协助辅导，而不是用补贴。你的意思说，我们现在已经有看到面板产业可能有受到影响，是吗？还是谈判的是多多少 多少一定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的国际市场不会因为中国大陆受到。那所以媒体上面写的比较夸张了，他们觉得是雪上加霜。来，我们请教工业局，报告委员，资讯组的副组长。对，那个面板产业现在是全球性整体都往下走了哈，就是说以去年来讲，这个韩国到中国大陆它40%几，那台湾大概20%几哈，那基本上因为。中国大陆用它这个扶持产业的力量在扶持嘛，所以它在谈判这个过程当中，它大概不退让哈。那我们会被吃掉吗？我们的面板产业会不会被吃掉？基本上吃掉应该比较严重来讲，就是整个产业链都被勾走了。基本上在产业链这个部分。当然，在局里面，在部里面这边有一些concern，有一些东西我们去什么concern？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上下游供应链这个部分，像中国大陆，他很希望，很极力希望说，我们上游的偏光片一定要过去的。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有一些
延缓的效应，就是不大赞成的。我们现在就只有治标的办法，没有治本的方案嘛，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就是说，我们的工业局啊，或者是说我们的科技部也好，或是经济部，经贸谈判里面，我们当然有得有失，可是你们也报告出来，我们失分不能太多啊。失分不能太多。那如果我们已经看到面板产业有这样子困境的话，是不是应该就政策上面能够提供给他们帮忙？我也想要知道说工业局也好，科技部是不是这方面可以提供给一些报告，让我们了解一下好吗？好，因为我们一定会面临越来越多的这个谈判上面要求我们减让太多，减到太多，我看我们这一直黑下去也不行啊。好，好吗？谢谢，谢谢几位，谢谢。谢谢，我们再来请赖世宝赖委员。谢谢主席哈，主席哥先进，请一下我们经济部的卓次长。哎，次长。赖委员你好。赖次长你好，我刚才听了几位委员对你的质询，那么似乎你已经就讲得很清楚了啊 ，ITA 2大概没有把面板纳进来。纯粹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影响嘛，哈，是。那这样子的话，你货贸怎么谈下去啊？所以我们还是说，他在那里 ITA 2挡下来，他这里把它留着，要在你这里谈，还是说连这里也不要跟你谈？我跟委员报告，我刚刚有特别提到我们整个整体的谈判策略啊。那么既然在 ITA 2我们没有办法拿到，我们就想到如果说我们在货贸双边里头如果能够拿到的话，对我们的面板业者更有利。为什么更有利呢？因为这个享受只有我们双边可以享受，不会用到其他的。可是你现在谈好了吗？我们货贸谈好了吗？我们有在谈。面板没有嘛？四大的敏感产业都没有嘛？面板是有在里头，工具机也没有嘛？我汽车也没有嘛？再来一个有没有嘛？对。我跟委员报告，不是所有都没有。嗯，我们在某一些项目，我们还是有取得不错的、那个。比如说，但是因为整个整体谈判没有完成之前，我没有办法详细说讲。但是我可以跟你讲，跟委员报告，我们在面板这一部分，我们确确实实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我跟你报告，我们确确实实有得到比韩国好的待遇。有没有机会谈成面板？在货贸里面，如果货贸谈成的话，当然可以放鞭炮了是不是。当然，面板一定会在里头的啊。如果货贸整体完成的话，面板会在里头的。但是那个也许不符合我们业界的期望，但是我们绝对会比韩国的要好。你不会觉得现在货贸已经差不多花一样呢？还在刚刚呢？所以我讲嘛，如果货贸，我都感觉都花一样了，没有了啦。欸，已经告诉你没有了啦，520以后还有货贸吗？我认为是不会有的啦。你没有这种感觉？这个我就不便答复了。我是这种感觉的，520之后没有货贸的，所以现在你们都停摆了嘛？就从大概116选完到现在，货贸机会都没有谈的嘛，对吧？116之后谈了几次？请问没有？没有嘛？一次也没有嘛？所以原则上是没有了嘛？啊，我们看起来是没有了嘛？所以说。对面板来讲，大家就变成很辛苦。ITA 2好不容易要签了，我们国会当然很支持啊，结果面板也没有啊，是不是？你不会觉得？请问你哦，有人提到，当然你们已经澄清了，你要不要再讲清楚一点？就是 ITA expansion 或者 ITA 以后 expansion 的 expansion， 像第二版嘛 ，ITA 2，ITA 2，哎，以后有没有 3？ 可能当然有可能、啊，可能有 3-4， 能不能完全取代我们的货贸？我想 ITA 它只是针对电子科性产品，对，我们的货贸是个整体的全面的，但是货贸里面的电子占多少？大概占多少？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这个几乎是就要看你税则号列分类嘛。不，我知道了，但是你谈了几个四大，就是你不是谈4800多项吗？4000多项里面的跟电子跟 ITA 有 overlap 的几项，有很多项，但是那个详细比例也蛮高的哦，比例蛮高的哦。我详细数字要请对，有人提到说这个 overlap 程度60-70%啊，所以以这个来取代，某种程度取代了，没惊啊，是这样子吗？有这么高吗？有没有这么高？请问市长，对，60-70%有这么高吗？你说那个项目是项目对项目跟 ITA 的项目有这么高？这个部分我还得这个部分我要请问容我同仁查一下，是。
哪位可以回答？好吧，你们还不知道哈、啊嗯。好吧，你们先回去，等一下知道来告诉我一下哈、啊。请外交部的市长好吗？侯市长，来，你好。嗯，这个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因为冲之鸟礁的事件，现在我们军舰拉法叶级的开出去了，我们绝对支持哎，是不是？会不会打仗啊？应该不会。问很俗话的啊。应该不会。何以见得？因为其实我们国家一向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嘛。是。是。还有，我们也呼吁日方要审慎处理、啊。那日本为什么这次这么强硬呢？还这么难看呢？对我们这样子欺侮，那个当然这么干呢？对不对？扒光衣服要钱，要钱扣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啊，为什么这样子？前国安的国安会的秘书长苏启在公开场合说，苏启安的供，因为未来的新政府很清楚了，美日友好叫做亲美日，远中国大陆或者放弃了这个两岸这一块，放弃了，这是他讲的，啊。马政府假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是这三个都很重要啊，那现在新政府已经大家看出一个端倪，包括外交部准政务次长吴什么的吴志忠讲的什么外交叫风险分散式的外交等等的哈、哦，哎，请问你我两个问题，第一个苏启的话你同意吗？是因为我们日本一看，哎呦你已经放弃两岸的东西了，所以吃定你了，你更依赖我了，你没有筹码。对不对？当然吃定你啊，所以人家就好多社论都写啊，为什么日本挑台湾，柿子挑软的吃？同样事情韩国发生了，菲律宾也发生了，为什么他没有处理，专门处理台湾？吃死死吃定台湾嘛，因为台湾的新政府对台湾特别好啊，扒着他不放嘛，就看单子写安内嘛。对日要关系好，我不反对啊，但是已经弄到这样子。让人家亲门踏户啊！你要不要回答一下？你同意苏启讲的话吗？我尊重这个学者的意见了哈。那但我们外交部有我们外交部自己的看法，我们还是认为说，所以一定要这个透过协商和平处理这个所有的争议，包括这一次的问题了哈。那刚刚我也答复啊，事实上，过去我们是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了哈。那这一次当然因为，中间有些渔船这个比较晚离开那个区域啊，所以发生这一次的意外哈。可是这个不表示，第一个不表示我们承认，日本对那个好，请问你哈、哦，我们除了军舰开出去，难道我们外交谈判没有筹码吗？有继续在做，有什么筹码？我现在告诉你有一条筹码，日本一直希望福岛等五县市的核灾产品、核灾食品进来台湾，那你怎么去？你就告诉他，你再这样做，永远没机会，永远没希望。这不是打仗，这不是恐吓，告诉他，对不对？我们国会到目前为止全力反对。日本的核灾食品，连卫福部的人都不敢说绝对安全了、啊。你们外交部拼命过去来讲，拼命帮助日本政府施压国会，告诉他卡进去了，卡进去了，对日关系很重要，我们在，对不对？你就告诉他。没有了，你们再这样子搞的话，没有了，这是谈判了，这个总比军舰好吧？你同意吗？谢谢委员了哈。我提供了个筹码、那个。事实上，我们这个一码归一码哈。什么一码归一码？这个外交是 package， 什么叫一码归一码？那个福岛的事啊，对对是当然外交部，你在讲外交部这个主管哈、啊，那食安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个是不是哦？食安不是食安问题哦，渔民捕鱼的权益问题，我们还会。全力的来维护了，我都不排除日本学人家玩两面手法，现在把你扣了这个东西，步步紧逼，步步施压，就是希望我们在他要福岛五县市的核灾食品要进来铺路，我都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在这里讲，我们绝对反对。是。好，谢谢委员。谢谢委员。好，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徐国勇委员。
啊，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们请一下外交部。次长。啊，秀元好。次长，冲之鸟礁主权没有争议吧？虽然是没有争议，没有争议嘛，日本的嘛，对不对？那一块石头是日本的嘛，所以冲之鸟礁的争议不在主权呐、啊，这很清楚嘛，不像钓鱼台，不像主岛或者叫独岛，所以我要问，2012年是不是有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件？是有。啊，有什么动作？马英九什么动作？有没有派军舰出去？有没有派海巡署出去？有没有？我们提出抗议。当时我们只是提出抗议。只是提出抗议，那为什么这一次马英九要派，上一次不派？要卸任了，表演给全国民众看吗？还是真的有这个必要？所以，刚刚我要问啊，这到底是马英九扒着日本，还是马英九扒着中国，还是马英九扒着自己？在演一出戏，所以我要问：如果没有主权争议，那显然的，这一次的争议是什么争议？是那个渔权啦，还有捕鱼权的争议嘛？对，就是从1958年的《公海公约》《捕鱼公约》，一直到现在被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吸收了以后的捕鱼的权利嘛？是，所以捕鱼的权利，我要问。我们应不应该维护渔民的利益？当然要，当然要嘛。所以我赞成这一次我们派海巡署去护渔。可是为什么2012年不派？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怪罪说，嚯，这是什么咧？新政府咧巴结日本啥？我看是嘛，国民党政府在巴结嘛，在巴结什么？跑到金门去立碑，然后再提到。冲之鸟礁怎么样？他是打算引清兵入关，是不是？他跟中国喊话说：“我们今嘛要去护渔，恁中国嘛派几家船去跟我们斗三江。”会，所以我在问：我们的船出去了以后，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出去了以后，我赞成一定要去保护渔民的利益。哎，会不会马英九也在跟中国呼吁？所以很多现在大家都在猜，中国的相关的军舰、船舰也会到哦，会不会？你们有这方面的情资吗？这个外交部没有处理这一块啊，我不知道。国防部，你们都没有联系。好，我再问，来，条法司长，我们在不在？我们有位同仁是。司长没有来。科长，科长，科长是科长。那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21条，它规定说第三项。如果不能够不适于人类居住，不能够营经济生活，不可以拥有专属经济海域跟大陆礁城，那日本说他们有向联合国申请，那有相关的人竟然说日本有申请，联合国有同意有核准，我现在请问有核准吗？没有，没有，没有，你直接替他回答，当然没有嘛。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从相关的国民党的名嘴讲出来说有，所以我当场在电视上跟他讲没有啦，没有这回事啦。所以换句话讲，既然没有这回事，那为什么2012年不抗议？我还在回头问一下，我们是有抗议，有抗议。为什么不派军舰出去？这个当时政府的决策，我们现在那马总统怎么那时候那么暖啊？2012年他还在当总统所以所谓的提到说什么这一次我们派军舰出去是因为啊日本啊这一次对台湾啊扣押我们的渔船等等，这些是因为我们两岸关系越来越不好，所以日本才敢这样子，这不就是2012年靠着中国，是不是这样子？显然也不是嘛，如果靠着中国，那我们更应该派军舰去啊。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外交部，希望借着你们的嘴巴要讲出来，我们要支持，要我支持我们的渔民，但是不要把它泛政治化。现在还是马英九在执政，不要把这一些就要推给新政府。所以我要再问，既然冲之鸟礁没有主权争议，那次长我请教你，
派军舰去适合吗？国防军舰是做什么用的？海巡署是做什么用的？看起来都是好像都是军人，都是军队，都有武力，可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军队保护我们国家守土，我们的主权。今天如果主权没有争议，这个的确是日本的，你觉得派军舰去适合吗？我们当时派的凤阳舰，王金平坐着凤阳舰到钓鱼台那边要去看一看，望远镜看一下就回来，那是因为钓鱼台有主权的争议，国军当然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嘛。可是那个没有主权争议，派军舰适合吗？部长啊，不是次长，适合吗？那个目前啊，我们是有两艘这个公务船，开往那个两艘公务船、那个，你指的公务船，军舰也是公务船，一个是海巡署的，一个是农委会的哈。啊，对啊，渔讯二号，一个啊，这个都是这个都跟对军队无关啊，这个、是为了保护渔民的权益、啊。那不是说拉法叶出去了吗？那拉法还没有出去啊，哈，还没有出去，而且他们出去，我的了解是在做演训了、啊、哈。那在附近，当然他最后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他也可以做。外交部要给一个态度。队员了，哎，如果是渔权的争议，我们就应该派，就是海上警察，我们的 Coast Guard， 对，我们的海巡署出去，对，对，而不是派军舰呐、啊，避免军事的武装冲突了、啊。如果是警察的这一些冲突啊，啊也不错啦，就把这个事情给国际化嘛，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台湾。在那里，这是一个公海，一个公海捕鱼自由，我们维护我们的渔民，把台湾的这个问题给国际化，我觉得也不错，但是要避免军事武装冲突啦，所以不应该是军舰。所以当马总统在喊说我们的拉法叶舰出去了，这个其实在整个国际法上是怪怪的，是不太对的、欸、是应该海巡署出去多派几舰，多派几艘出去才对。外交部在这方面有没有给意见啊？有，我的意思是这个啊，那有给意见，为什么还是我看报纸登来登去，好像哦，军舰出去把它登为最重要，再来才是海巡署，再来是农委会，这个哎、欸，这个整个方向顺序都错误了呢。啊，马总统是在搞什么东西？难道他不是读国际法的吗？所以次长，我要问的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你们的内部都没有商量吗？你们没有跟他们讲说应该以海巡署为优先吗？我们这个外交部的立场是一贯的，就是主张这个用协商的方式透过和平解决了。那当然，我们这是表达我们这个部里面的这个意见。我希望说，你们这一次的表现，其实外交部我们是肯定的啦。然后你们至少第一时间把这些该讲都讲出来。嗯，谢谢委员。我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说，这件事情。有暖的地方，也要有硬的地方，尤其对渔民的权益，我们一定要保护。所以，我们绝对支持海巡署派我们相关的船舰去保护渔民的利益。但是，在国际关系上，很多地方也要注意。啊、最重要，你们外交部有一些立场要表达，尤其他如果国防部包括相关的部会，他们的立场似乎有所偏差，因为这个牵涉到外交的问题，你们要适时的表达你们。对外的这些立场，这是你们很重要的提醒，你们好不好？是，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徐委员，谢谢。好，我们再来请江永昌委员，江永昌委员，江永昌委员，王荣章委员，王荣章委员，王荣章委员，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费宏泰委员，费宏泰委员，费宏泰委员，林长佐委员。请次长。外交部次长，侯次长，谢谢。林委员好，次长你好。那个，我想差不多该问的问题，刚刚有几位委员也都把重点都问了，也还蛮多次的啦。那我想，我针对某一个部分，我觉得我怎么样都不是能够很了解的，在这个冲之鸟礁的这个部分啊，这个事件的部分，我想要在这个进一步了解，就是在这一次事件之前，我们是不是跟日方已经有在那一个海域的这个渔权的部分有怎么样的一个默契？我在媒体上面有读到，那可以请您再说明一下吗？
这个默契就刚刚我们讲不成文默契了哈，因为它是从2008年就向联合国大陆交城界限委员会提出来说是这个大陆交城外部界限申请案。那当然，如果它是一个岛的话，它会有这个200海里的经济海域嘛哈。那目前为止是还没有通过了哈，所以这就是一个争议嘛。那我们是认定它是一个公海，就是它附近周遭海域是公海，而且也是传统渔场，所以我们有这个历来有121艘船就在那个地方在作业。那以前的情况是，如果他们发现我们的渔船在他所谓的200海里之内，他就会通报我们，那我们就通报渔船，他们就离开，那就没事。然后他们的船或者这个飞机走了以后，我们的船可能还会在那附近继续作业啊，这是以前。那这一次当然就是我们也是17号发现有，他们发现有船在那边作业，就通报我们，我们也通报我们国内单位，就通报这些渔船，那大部分的都离开。后来只有2艘呢，一直就在附近了哈，在附近。结果他们公务船去了以后，就要登临检查嘛。那是24号嘛，那25号之后的事情，我想大概大家都知道了。Yeah, 所以我说这个默契有一点这个，所以也就是说他有点打破那个默契就对了，这个状况。那我想了解就是说，所以过去我们先我相信我们都是认为那应该是礁不是岛啦。那即便是一般的人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自然景观的这个感受，也不太认为它是岛。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跟他们呢有一种某一种默契。那个默契是说，我们在那边捕鱼，但是如果说这个他的这个公务船来了的话，通知我们，我们就撤开。那他离开了，我们再回去继续捕。大家有个这样的默契嘛？那既然这样的话，我想知道说，那现在这样子发生，我们的渔船，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因素，他破坏了这个默契？那我们也觉得这是。那个日方的这个动作对我们也很不友善，所以我们现在也派出这个军舰，然后用大动作来这个反应嘛。那我比较想了解，那这样表示其实我们应该不太认同这个默契啊。当初我们怎么会去接受这样的默契呢？例如说，我现在这样举例好了，这个渔船不应该，我们的军舰不应该是现在出动啊，它应该是在我们那100多艘在捕鱼的时候，每一次去就出动，不就没有这个默契了吗？我的问题是在这边啊，为什么当初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默契呢？这个其实我们一直都是不认为它是这个它的这个岛，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岛嘛，所以就没有那个经济海的问题，而是公海。对，那所以默契是不成文的，也是。那马总统知道这个默契吗？这个可能要问马总统。对，如果马总统知道这个默契的话，他现在派这个军舰我就看不懂。啊，他如果不知道这个，他如果知道这个默契，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他应该当初派军舰，而不是出事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在那边，他才去派军舰嘛。所以我想知道，那他知道这个默契吗？是说外交部那跟于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都知道这个默契，但是就是只有马总统不知道，还是他其实知道？其实在过去也发生过了哈，2005年还有2012年都发生过了哈。那我们当初也都有了解是有这个这样的默契存在哈，所以马总统应该是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当初不反对那个默契，但是当有人破坏那个默契发生下后续的时候，他现在才派军舰。那这我就觉得前后的这个顺序，这个逻辑上有些问题。那后面我其实比较想了解是马总统他态度现在强硬到说要不排除国际仲裁。那我想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看过我们自己在太平岛的这个事件，我们也知道菲律宾他提这个国际法庭国际仲裁的这个过程，那接着的后面的流程我们大概看过别人是这样子做的，我们如果自己要提国际仲裁的话会是怎么样的过程？这个对 仲裁是这样子，要双方都同意要合意去提出仲裁才有可能了。那目前当然这个日方的态度，哎，等一下，所以菲律宾去提那个太平岛的这个仲裁的时候，我们那他不是我们没有参与，对，我们没有参与，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提，哦，等一下，那个，哦，菲律宾是南海的问题，是是是是是 是，所以我现在问的是，那像这个那冲之鸟礁的这个提这个这个国际仲裁的话，我们的这个程序会是什么？因为有学者讲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提的，
第一个要日本也同意了，那然后 才有可能提出来了，所以现在当然日本 还没有同意嘛。那所以马总统说要提国际仲裁的这个可能性，这是我方先提出来，如果对方同意的话就可以提出来。那所以如果有学者他主张说其实我们不是国家，所以我们不能提的话，你觉得这个看法你认同吗？但我们 不能同意他的这种见解或者说法了。好，所以 我现在在这边这个我的疑问主要是要厘清，我觉得马总统其实他在从前面不管对这一个事情的这个默契，再到后面的这一段他的反应，再到包括国际仲裁的部分，其实他自己本身这个他在外交政策上面的这个立场，其实有一些逻辑上面是有问题的。那我最后还是希望啦，就是说我们如果主张一贯的立场，从一而终有很清楚的立场的话，那当初有没有这个默契？有这个默契的话，怎么样跟对方是在我们的这个渔业协定里面，就能够去把这个默契明文化，也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渔民了解我们的捕鱼的权利。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个默契是不对的，是侵犯我们的渔权的，那我们就应该要强力的主张这个不该有这样的默契，那而且应该要想办法明文化，何况我们跟他还有渔业协定。所以我在这边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过去八年来，不管外交甚至于两岸的部分，很多事情都是靠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共识，包括跟中国大陆这两岸共打里面有一些东西也说是共识，要先联络，这些都是共识，都没办法写在双方真正的这个约定上面。我觉得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到后来怎么样的这个争论都变得很难厘清，因为你不成文的默契这个没有写出来，对方也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嘛，我们的渔民当然也没有必要去承认这样的默契嘛。所以我现在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认为那个不是岛，我们认为那个是礁，我们就应该要正大光明的跟对方谈判，怎么样把那个默契改变。我们是一直 有表示抗议，而且也不承认那个是岛了哈。那目前我们是呼吁日方理性处理，然后我们来进行协商，就是要把这个双方啊能够这个合作或者是这个处理这个像类似纠纷的明文化，要写到我们的对那个约定里面，然后希望这个把这个海域的，我们不能再继续用过去渔捕的权利、啊哦，总是用一种共识获得保障，用一种默契。那这样人民其实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去进行他的这个工作。是，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谢谢。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林德福，林德福，林德福委员，吴志扬，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吴思瑶，吴思瑶委员，吴思瑶委员，王惠美，王惠美委员，王惠美，蒋乃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吕玉玲，吕玉玲，陈欧博委员，陈欧博，陈欧博，蔡逸瑜委员，蔡逸瑜，蔡逸瑜，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以上的所有的发言都截止了。是的。他是哪个委员会？啊，经济委员会，洪惠美委员呢？好，好，那让您分。晚了两分钟，看你很喘。我知道啊，那我们请王惠美委员来发言一下好了。谢谢。没有，他是。谢谢主席哦，邀请我们的那个经济跟经济部次长吗？是，王委员你好。来，次长，我们这次的题目讲的是。审查资讯科技协定扩大及可关税减让表哦，可是我看你们的这个过程中，减让表完全没有附上来。有啊，那两千页很厚，那个哦是很厚。好，那就这一次的整个的谈判过程中，你认为自己打分数应该给你几分？我想是我们那个团队，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的整个团队去谈的。那我想，我对于他们在这次谈判的表现，我觉得很满意。很满意哈。那我们国人一直在关注的有关于面板业以及我们的这个工具制造业的这个部分，
最后还是没有纳入嘛，对不对？工具机有两项纳入了。哪两项？说明一下。镭射加工机跟那个工具机的零配件。对。好，那在这个协定清单完成，这些日后对于台湾的面板制造业影响到底有多大？你们做了评估了吗？我跟委员报告，面板业是我们的强项。对。我们希望借着 ITA2 能够全世界所有的只要支线产品的进口国都可以把面板关税降为零，让我们这个强项能够更优势发挥。可是中国大陆他一直不同意把它放入，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面板就没有机会，因为我们还是跟所有其他国家站在同一个关税立足点，并没有站在任何一个不一。我想我们台湾现在产业 IT 产业还能够生存，最主要就是这个 ITA 的一个保障嘛，对不对？是是是。如果我们未来在我们的这个双边贸易条件，比如说 TPP、RCEP， 如果没有任何加入的话，别的传统产业可能就面临很大的一个关税的问题。是，但是因为我们台湾有这个 ITA 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还勉强能够在国际上面生存，对不对？我想不是勉强，啊，我们在 ITA 这个产业在全世界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那现在呢？这个整个状况呢？大陆的集体直追之后，我们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方向？有，我们当然对面，当然所有其他除了面板之外，我们当然这次 ITA 里头，我们确实获得很具体的利益啊。但是面板这一部分，在我们整个谈判车里头的话，我们是希望说是在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双边谈判车，所谓双边就是货贸谈判里头，我们能够取得比较好的待遇。那如果我们这一部分能够达到的话，那么这个优惠只有我们可以享受，别的所有 ITA 其他会员国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优惠待遇。好，那我们在跟大陆谈这个双边贸易的这个过程中，能把这些相关的还没谈进去的放进去吗？有，我们是都放在里头。我事实上跟委员目前的状况，你们就知道目前你们谈的状况。我跟委员报告，在面板这一部分，我们已经取得比中韩的 FTA 还要好的待遇。面板的部分是。哦，所以说我们现在面板业者还不需要非常担心，是，哦，但是我们也看到大陆的面板业也是急起直追哦，是，这是我们未来产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忧哦，是。再来，我们很担忧的就是我们的工具机啊，这个在中科的部分可以说占的比例也是非常的大吧，是。那现在我们只谈了两项，这些没被谈进去的。未来的产业我们怎么样来辅导他们一样的，哦，辅导是啊，我们一直在辅导，我们工业局有可是呢，你知道现在的状况吗？平均少 20% 的算很正常，欸，现在有一些我们的精密的相关的一些机械啊，少到 40% 50% 的也很多，欸，那这个部分真的是我们不能够去忽略。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都有没有较好用啦，有法度就这些产业无啦，上实在都是安尼啊。我们工业局一直都有一些相关的辅导措施在协助。可是我就有辅导啊，没看出成果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拜托，说明一下。欸，不然现在真的哦，整个景气哦，我们不是只有景气，欸，现在真的那个单呐，啊，马上可能接着下去，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很多真的要无薪假要开始放了，啊。那个跟委员报告，哦，在工具这部分哦，但在中国大陆，他们在中低阶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是跟我们处于竞争态势，所以同样它其实跟面板很像，它也是有在某种部分以它的一个国家立场在做保护。所以在这个部分，因为最重要我们在谈判过程，我们希望控制器这个部分是可以隐含在这个所谓的一个我们的附加价值率里面的。那另外我们在产创平台里面，我们有所谓的主题式的，我们已经把工具机这个系列的一个产品把它摆到我们产创平台上面去。如果厂商如果愿意连控制器连一个上下游的一个计划来提，我们已经把它归纳在我们的 listing 里面，欢迎厂商来做提案。另外，哦，我们的这个覆盖率哦显然是很低的。
那我现在探讨，因为覆盖率毕竟还是牵涉到国家的一个这个强与弱外交的一个状况了哈。当然，我们没办法像韩国能够覆盖到36%，现在甚至更强了哈。好，除了覆盖率这个国家的强弱以外，我们商人的使用率显然也不高哎。这到底是因为我们辅导不力，还是什么状况？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的去谈了这些条约、这些相关的这个谈判回来之后，为什么我们的生意人他们在这个部分的使用率是不高的啊？跟我们报告，因为基本上比较精密这个部分哈，其实我们在做很多比较高精细加工的部分哈的一个工具具的一个产品项目哈。有些项目其实厂商在生产的时候是有concern的哈，就是说如果这个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就是说如果你用了国产的哦，他也不是说你不用国产，就是说你用了国产，他会担心，就是说在品质上面会有一些差异性。可是在工业局那边，我们还是很积极在辅导，就是说上下游一定要在一起哦，希望这样在一起，我们才能拿到这个政府相关的补助哈，来补助这个产业。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目标。我是一直觉得你们在辅导业者，一直用补助的方式在自己设框架啦。有时候一些法令相关的松绑哦，我觉得给他们一个环境，会比你给他那个一点点的补助哈，对整个产业的帮助会更大。所以我希望你们在辅导产业的一个过程中，不要一味的框架，我就是要补助这个产业，要补助这个产业。实际上，你们去跟他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我想他们能够做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好啦。再来就是说，我们很明显的现在对外的这个双边贸易，我们是停滞不前嘛，对不对？我们还有没有最近还有没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有不？有没有？除了那些小国之外，我们现在有没有跟哪一些国家大国，我们的贸易国家来谈，有很好的一个双边贸易的一个成果出来？有没有？最近呢、啊？没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厂商最担心的啊！我们国家没办法带领着他们往前走，因为靠有什么技术，单单这个税务的东西，他们就完蛋了啦，好不好？加油啦，好不好？谢谢。好，谢谢，谢谢。陈委员可以问，可以不问，是吧？你要问一下，那请陈委员，既然来就问一下。没什么，关心你一下呢。啊，主席，我们请经济部。请卓次长。陈委员你好，次长，我们这个简单哈，这个关税简单表，这个谈判，经济部派谁去？我们一个简谈判代表啊，这位简谈判代表，你是不是能够简单告诉我一下，在谈判过程中，我们是怎么一个谈判方式才谈判出这个结果？就是大概我们的这个品项里面我们总共201项，这个你们简单说明一下。鲍委员我分两块报告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在国内哈，跟我们工业局的同仁。然后还有贸易局同仁，我们会组成哈，当然还有外交部的同仁一起了，组成一个谈判团队。那我们国内的部分呢，就是对产业界哈，有透过工业局，我们有参与一起做这个产业的沟通。然后我们会提出我们的清单来。那这是国内的部分，在国外的部分呢，是跟其他我们主要的就是伙伴。在谈判过程中，这个所谓201项是当中，那么我们总共有136项的出口利益是。这个136项是怎么谈的？这136项是我们根据的谈判，一项一项跟他们谈，是我们主观希望这样子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概我们提出几项啊？被30几项？最早的时候，各国都有提出来，所以原先大概是在500项左右。那因为要逐项删除，就是要把一些跟 IT 无关的产业慢慢的把那产品删除，然后各国都会进行合作联合。我补充报告就是说，刚才跟你讲说国际合作的部分，我们就是跟美、欧、日，哈、哦、这些主要跟我们贸易关系很密切的国家做合作联合，然后就是把我们能够希望放进去产品跟
这些国家希望放进产品一起来谈，最后谈出来结果是201项，里面的136项呢，那是已经结果，就是对我国是来讲，就整体出口大于那个进口的哈，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一个谈判的结果，那是跟大家一起合作联合。这个结果你满意吗？鲍委员，基本上哈，我们的就是谈判的一个结果，除了说少数很少数的几项我们没有办法放进去，其他的部分我们都放进去，所以对我们业者来讲，能让这个协定赶快生效，让我们厂商能够赶快获利，就是出口的时候赶快找。今天你们站在立法院这个报告你满意吗？你有没有报喜不报忧的情况？鲍委员，我们就是尽量做我们都是做平衡的这个报告。你们认为呢？处长，我想加入国际组织齁，就是我们国家必须要走的路，大概都了解了，都也认识，那也接受哈。但是我们要求的是要得到完整的一个资讯哈。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谈判过程中，我们国内的产业到底多少是受利的，多少是受害的？那从你的报告里面，好像似乎就是有利的，大概数字上显示是11.4亿美元，没有错吧？哈，这是你的关税利益，关税利益嘛，哈。那这个损失的是3.2，那也就是说，到底是进口的，就是绝对是对产业帮忙的；出口的，就是对进口的对产业损失的，出口就对产业帮忙吗？我想有没有这样讲？不是，委员现在讲的这边是关税了，因为我们除了要求。我现在讲的是关税，但是我现在讲的站在你经济部立场上，这个关税的数字上是这样表示，是，但是产业的部分，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出口未必就是对产业帮忙吗？哎，对不对？你这样讲哦，未必就是对台湾的一个产业是有实质的帮助的哦，是不是这样讲法？是不是这样讲？出口当然对产业有帮助啊，它那个因为它可以获得关税的减免，增加它出口的竞争力，当然对它产业有帮助。那进口的呢？进口它只是关税降低，但是并不代表说它关税降低之后，它就产业受损，并不见得的，并不见得吗？是不见得。那现在我们只是税收减损而已，税收减损，但是事实上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厂商受到产业的冲击，不是吗？我想这一部分啊，那个我们有请那个中华经济研究院做个整体的评估了。那么当然对有一部分厂商可能会因此受到冲击，当然我们经济部会有一系列的那个辅导措施来协助他来应付这方面的冲击。我们在看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只是这个减少税收了哈，事实上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些产业也有很多的一个不利的现象哈。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去做这份评估了哈？今天你的报告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表现出来哈。那今天的报告里面完全是在报告一些关税的问题上，事实上我们还是比较关心的是整个产业的一个冲击。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报告里面我们来看来，如果我们这样子顺利的让它审议通过以后，最快今年就要开始实施了，是七月份啊。那是不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就各自沾沾自喜啊，那很多的问题好像我们没有彻底去做解决的，还是问题还是存在的、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说明会跟辅导的措施出来，我们会帮助那些如果会受冲击产业，当然我们在说明会里头也会针对那些我们可能获利的产业，我们会加强宣导，希望他们能够把握这个 ITA2 的扩大商机，能够加强出口。好，处长，那看这个报告里面哦，这个关税减让的项目最主要在谈判过程中，中国还是我们最大的对手、哦、是看起来就像中国这个态度、哦、就影响到我们面板业，是不是这样子？他面板是不是这样讲？面板是我们一直极力争取希望把它纳入 ITA2 的项目，那现在但是中国大陆一直不同意。对，那现在就是中国因为不同意，所以我们面板业就被排除在外了。不是我们，是所有国家面板啊，所有的 ITA2 的会员国面板都没有办法纳入，但是我们，但是站在我们台湾的立场上，面板
没有纳入减税，对我们来讲是影响是最大的、啊，不是吗？在这一次的这个谈判过程中，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争取在双边的货贸协定里头来谈这个问题。我记得哈、哦，有一个画面呢、啊，我好像是在几年前哈、哦，中国面板内好像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有一位女总裁啊，刚刚从机场下来的时候，记者问她，说你到底要来台湾做什么？她说我要到台湾来买面板。有多少买多少啦、啊、我、哦、记得这个画面吗？你记得吧，处长？记得啊，记得。到底有多少？他买了多少啦、啊、我记得他们每一次来，这位面板女王都带40多亿美金的面板。台湾好像是因为他们要来，有多少买多少，所以很多的国内厂商能投入很大的租金，那么去扩充这些生产线。那好像最近好像他们不买了，啊，让我们这些面板业的厂商好像投资都消耗掉了，好像这个情况哈，还是继续再买？有吗？有吗？不会报喜不报忧吧？不会。我们了解到好像他们就是不买了哈、啊，这是一个非常哈、哦、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哈、啊。我是觉得这个面板业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啊、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哈。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哦、我要在这里请教这个处长、哦、我们现在跨境的这个电子商号，跨境的现在电子商号好像、啊、我买你卖，这个好像在这个财政部有没有来，在关税上好像这个我们都扣不到、哦、是不是这样子？来，这个我应该要问一下财政部。报告委员，这个在财政报，但是跟委员报告、啊、在我们102年成立的网络财政部户税署跟关务署成立的一个网络交易平台的一个小组，那在关税的部分、进口部分，我们大概补了大概7.4亿的一个税收、哦、我看、哦、我们现在台湾很多人呐、啊哦、要买东西大概都到上网买那个淘宝网、哦、我曾经看过、哦、就淘宝网、哦、消费、哦第一名的是我们嘉义、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第一名，会是嘉义。嘉义是到底什么厂商在买，会买到这个全台湾第一名？你这个了解吧？包括因为我想我们不管财政部就都会注重这个跨境电商的问题。那行政也有一个网络的一个辅导小组，我想我们未来会对整个金流、资讯流、物流跟交件的整个交货的整个平台、啊、建立起来。我只是提醒你了，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说这些这个境外的这些交易行为、哦、其实、哦、我们是没有办法实质上、哦、来扣到税、哦、这才是最主要的。是我们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哦、我注意到这个最大的一个税基了。所以我想经济部、财政部、哦、都应该、哦、要提出这些规范，好不好？是，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谢谢。本次议程已经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了不在场以外，都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那没有临时提案。那本次会议由委员吕孙玲、卢秀燕、马文君、吕玉玲、江永昌、徐志荣等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且刊登公报，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2周内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者，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2周内提供。那现在我们先处理预算冻结部分。第一个，有关于驻外实领单位基本行政维持工作维持的一般事务费500万元，是否同意解冻？好，没有意见，照委员会决议通过。有关105年度外交部驻外实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的业务费500万元，业经审查完毕，同意解冻，报请院会审议。院会审议前是否需要经党团协商？不需要。好，谢谢。再来，院会审议时推派一位委员就议案做补充说明。好，那就是招委自己去做补充说明。好，第六个，继续审查资讯科技协定扩大合可关税减让表，请议事人员宣读。请各位看关系文书第81页，资讯科技协定扩大合可关税减让表第153号关税减让表，台湾澎湖、金门及马祖个别关税领域，本关税减让表仅以英文版为准。第一部分最惠国税率，第二节其他产品。
接下来请翻到第116页，资讯科技协定扩大核可关税减让表第153号关税减让表，台湾、澎湖、金门及马祖个别关税领域降税年限表。接下来各位请看第123页，资讯科技协定扩大核可关税减让表第153号关税减让表，台湾、澎湖、金门及马祖个别关税领域附件 B。 以上宣读。好，有关资讯科技协定扩大核可关税减让表已经审查完毕，报请院会审议。院会审议前是否需要经党团协商？不需要，不需要。好，谢谢。那院会在审议的时候要推派一位委员做议案补充说明。就是好，赵委，好，谢谢。好，那现在我们散会，谢谢。我们12点的时候会要有关于君安小组的那个案子，所以委员会会准备便当。拔掉了，原本有一些标签的。